次啊，大家都开了吗？还是只有我开？就你只有开你开啊，我们不想跟你一起开，我们怕出事。你知道，再开台的话，你超过五个人的话，它就会被限制诶，你会听到那个警铃，喵喵啊！完蛋了，群聚了，不是啊？喂不是，我跟你喂，讲，我刚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嘿，然后便利商店里面好像有六个人的时候，我就看到警车开过来，真的还假的骗啊？太真的扯啦，真了，的啦，他就开始，超过。对，他就开始，超过然后六就看到个，有两个人走出来，然后警车就开走。我在想，是这样子吗？哇，是太敏感了吧！这样子吗？这也太那个了吗？这也太敏感了吧？敏感过头了吧？就只要蛮超敏过感六的。个人以上，在那个 seven 就出事啊！哇塞，对啊，这还好，我都待在家里。我好小声，我好小声，我把麦克风拉超大声。你们你死好定了，小声，观众，你们死定了！我把麦克风拉的超大声。完蛋了，观众超过五个有人。我大声吗？好呀，大声了！我操！啊，我的耳朵！干，我输了。牛，那个鸟鸟，那个太大声了。好我那专是业鸟的鸟好不的，好我的耳？Professor 朵的哦，今天被是洗皮了。阿静的皮第一次跟其他人联动吗？哎，真的假的？你要是说连你的心连皮吗？你是说连？台，我看看，哎。我还没有看过阿静的皮耶，我来看一下阿静的皮我的是皮是新，我本人。你是新烤鸭，新的皮吗？没有啊，就他诶，不是自己我吗？原本的那哦，个，有啦，有看过啦，有看过啦，有啦，有啦，吓我一大跳。挺起胸膛把歌唱。好啦，我鸟看，鸟没有睡过头，哈哈哈哈，没有，那是我那次那个。我这有观众说：“哎，今天鸟鸟没有睡过头啊，他没有，叫出来跟我对峙，过来，给我过来，现在跟我跟对，过来跟我对峙。好，我不要们现这样，在不要举这办第一届还没开始联动就吵架大赛，来，攻方样。那个鸟鸟先，”啊，你睡是个过臭头，鸡鸡。被发现了，我会洗香香了，什么东西啦？到底在吵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回合，哎，不是，我们大家都开好我了。先人家进来吧，好，人进家来先吧，让人进进来，来是不吧，是？太好了吧？来哦，各位，这边有啊，新可鲜是的，你画我猜哦，赶快进来阿哦！静你没在里面呢，我没有在哪个里面，我还没按加入啊。哎呦了，看到了，哦，谁是鸽子 TW？The best 鸽子 TW，是鸟台鹰湾最哦，强鸽子，是鸽子 TW。哦耶！鸟鸟，你有看我当然，们上次那个繁星画的那个鸟鸟起不来那张图吗？闭嘴，那个不是我的问题，你起不 来那是个谁的不是问我的题？错这是吗？小光的问题啊，鸟鸟站不起来是我的问题吗？不哦是我的不，问题，谁我猜的没有错。鸟鸟站不起来，说明是小光的问题啊！谁叫你都不用那个声音让他哦，真的，哦，你没有让鸟我鸟鸟鸟，有了有了，哇，早上的感觉，早上的感觉。那个，你女朋友叫什么呀？开啊！鸟鸟，现场抓奸现场啊！哎那我们呀，现在要来先玩个什么热身场吗？热什么身热身场？怎么热？怎么热热哦？身场就怎么热？你刚刚是怎么热鸟鸟的？啊，靠边！而且那样，而且，我还是在大家的台，还是稍微讲一下有谁好，反正大部分是谁是谁。我把口罩戴好，下巴。那我们今天有玩的人是阿静、优奈、繁星、小光、鸟鸟、喵哈。耶耶再多一个的话就怪怪的，耶！再多一个就怪怪的。对，我好，让要把他口罩戴自我下介绍巴。完毕。好，那我先戴口罩。我们是在座的六个都开台吗？我开啦，我对，开大家都啦，开我开台。那个观众可以那个每个台都帮我们按一下，我们很开需要了，你可以过来一下好不好？你可以过来一下，我啊，关那个你网下方面啊多都一点。打开没有关系，这样的。对，哦，是这样子，是不是？声音关掉选一台，然后聊天室可以选六台。对，你觉得哪一台的声音音质最好，你就开那台的声音就可延以迟了。最低也可一定以，是小灯的台音质最好。哎，不要全部安静嘛，拜托，吐槽一下嘛。不要不要，我们颜值最好吗？那我要放那一张图出来了。要不要？对不起，对不起。欢迎去青鸟鸟的台。民事新闻，民事新闻翻版差很大。No！ 不要！啊！让我死吧！大，等一下，我调一那我下们画面第哦。一题要先来限制个什么？还是先随便？限制只要没有鸟鸟都可以。哦，耶！那样呢？
只要不要画超过有不要画有鸟的东西，其他都可以。不要有鸟的东西，不能画、不能画有鸟的东西。我们先玩一下，不行啊！懂不懂梗嘛？啊，我们可以。阿基，你说什么？啊、你声音被吃掉？对，你的声音被吃掉。我说我们可以画点，就是看一下大家懂互不互相懂对方啊，让大家都可以接到梗哦，是一点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都知道的事情，什么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啊，什么是大？比如说要戴口罩，我不知道哎、欸，没有啦。比如怕爆，怕爆，怕爆。我以前就常在戴啦、啊，没差了。所以那我们还是先限制个字数，玩个标准模式好，然后就随便出一个。好，要限制字数吗？还是随便？随便，随便出，好，那就随便出哦。等下我们要先出，我一直都想不到要出什么。还是先想一下，先想，大家先想一下。我已经想好了、欸，我已经想好内容。我从昨天晚上就在想要出什么了呢、欸？对、啊，我已经想好了，完全没有问题啊。真的假的？你会不会又被我们猜到了、啊？他不知道出什么，说他因为选什么鳄鱼宝宝。他上次真的给我出那个哦。哎、欸，那我真的不会哦，那真的没有办法。啊，恶灵古堡八不会啊，没事，我们不会出恶灵古堡八啦，八。恶灵古堡八。恶灵古堡八。八，我应该是不会啦，八、嗯。所以我们要几个字，限制几个字。应该不用啦，就先第一题，反正就热身题嘛。嗯。哦，随便出对不对？好 ，Mandy， 我已经想好了。对，Yone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吗？有，没有？你要说大声一点。那你不见了。喂喂，有在有在有有有有有，没有还是没有说话，奇怪，怎么没听到？有啦有啦有啦，走了走了走。OK， 我们准备第一题。想想，一个字，一个字。不用不用，先不用，都先不用。不用限制任何字数，我们直接啊，想到什么出什么。我来看、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不要说我知道了。那我就按开始哦。好，来吧。谁漏麦？玩死你们！我要玩死你们！所以不限字数，不限范围。那你要叫什么？好哎、欸，我要出这一题。我不知道一个打错字的。我要出这一题。没有错，那结果大家都一样。这个字哦，全世界都一样。我要出十四题，这个不知道的人多十四，很十四。我要出十四题，我要出十五题。十五题，哦哇！我哎，大家那个要遮的记得遮好啊。哇！大家要遮的记得遮好啊。哇，还好你抽到啊。我要去查他，我要去查是谁给我乱，我不行了。哇！为什么不行了？我不想画图了，我不想画了，放弃人生了，放弃了。还游戏开台还不到多久，阿纪就开始放弃，不能放弃人生啦！我放弃。我想看这个我要怎么打啊？这个很这看着应该是十四，可是我不行，我不能画出这个十四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画出这十四的东西？请问你是说五六不能往吗？五条悟不能亡，五条悟不能亡。哎、欸，等一下，这个怎么画出来？我想一下啊、哦，应该是这样吧。这个很难啊，时间是不是有点快呀、啊？时间哎、欸，对，时间有点快、欸，不是一般吗？太快了吧？对啊，这一般啊，这不是一般有这么快吗？怎么比我们昨天的极速还快？昨天我可能是已经那个有练等练一下、哦，然后现在完全已经忘记发生什么事。那对。难得啊呢！救命啊！我在画什么东西啊？救救我！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我快不行，太难了！这谁出的？这看得谁看得出来我在画什么？我一定要寄粽子给他，台中的那种，台中的那种，收到啊！收到，石头，你说削波？我画好了耶！你又画好了，我画好了，假的吧？外挂，你是不是复制贴上？这游戏可以复制贴上吧？我画好了啦，我就画啊，我完全没看过这东西啊，它里面到底长是怎么长怎样啊？你就跟我说这长得像滑鼠、啊，不是吧？像滑鼠吗？这不是很明白是那个东西吗？啊！
好多没有经历什么。我看看，好好好，我再把它变得漂亮一点。我把好了，应该先这样吧。我不知道怎么呈现这张图。等一下，谢谢，谢谢元坑抖内75块，我在画漫画。哎，我这边有87块，大家都有87块。哦，哎呦喂！这样吧，好吧，好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忘记了，再到拖给他。啊，我的87块嘞！哦哦，我知道，I know it， 这个叫什么？什么？还好我有玩过，这游戏好玩。笨蛋！等一下，我要什么东西啊？意难，我脑子烂话。我知道这题，我知道这题，这题真的，这题也真的蛮有梗的。有这样才可以吗？如如与威朗普，我有点挡到猜题，应该没关系啊，就这样。哦，啊，这14梗可以吗？会不会什么东西啊？全身啊？怎么办？我没有玩这个哎、欸，怎么办？我现在 Google 来得及吗？我看看啊，来得及吧？我看看，这样子长这样子吧，掐。还是几样，应该是长这个样子吧。这样子吧。太难了吧？这是什么鬼？咦呐？好，应该是这样子吧。然后，好，然后，来，我要查一下这个图。那你好了，可以了，成功了，不管了。有，不行，好哎，我不能放弃，我不能放弃自己，我不能放弃自己，我要把它画的很明显，一看就知道我这是这个样子，对，没有错。等一下啊，这个。嘴巴，哇！我没有玩过这游戏啊，这个神韵这样可以吗？这样子，这题有点难欸，这题有点难欸，到底是这样子吧？然后这个这样 ，Oh shit！ 哎呀，嘿，是这样吗？粉粉，你说什么？粉粉。你说什么粉粉嫩嫩是尖头，我喜欢粉粉嫩嫩哦，我喜欢毛毛的，我喜欢毛毛，你喜欢毛毛的，你不可以提到我吗？啊，你怎么可以提到我吗？你可以怎么提到我吗？不管这样，好了，就这样了，好难啊，我点不完，我准备保证啊，这样子吧，这样子可以了，耶，是啦。是啦，这样子很像了吧？看得懂在画什么吧？你出这题的太新了，我有一些聊天室还不知道这件事。哭哭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真的有这个东西吗？这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好哎、欸，这张图画的神韵好棒，我喜欢。我喜欢毛毛。这是什么？这样子吧，好吧，就这样子了，就这样子了。林总，我喜欢毛毛的。你喜欢毛毛的？哦，我错家了，是不是？我错家了，是不是？哦，抱歉。太，这也太时事了吧 ！Oh my god， 原来是我错家了。Oh my god， 我想看你们在画什么。有啊，我声调更大。啊？这什么鬼？等一下，这样子，哈，很难欸，这个，等一下，这个要怎么画？这样子吗？应该是跟刚刚一样的题目。那我想一下，刚刚的神韵怎么画？啊，它竟然有重复吗？没有啊，不知道，对，不会刚好我们大家出差不多的东西吧？应该没有这种状况吧？可能有人跟我重复，
我刚宕机了，我想一下。而且我觉得我可能会收到阿静的粽子。真的假的？这个，我觉得我这样做应该就看得出来了。我可以，我可以，是吧？得修，这样吧，得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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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话真的可以，哈哈哈哈哈哈！Yeah， 各位 ，Yeah， 可以呀、啊，给他肉色的好了。Okay. 怎么没有点满？有了有了，这给他红红。好好嘞，难得，难得啊嘞，难得哟，难得难得大妹，难得呀，哟，你在唱啥妹？哦哟，大妹大妹，大妹，大妹，有了，我觉得我哎。我觉得我画的很好啊，我觉得我画的超好啊！我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大家都笑我吧，大家都笑我吧。我画的很好啊，对，没人猜了、欸。OK， 来吧，好棒哦！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迎接这一切了。都想，大家都笑我吧，我忘记了。大宝会黄标吗？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啊、黄标。黄标啊？不会啦，应该是不会啦。开台不到十几分钟嘞、欸，才开台不到，对，才十七分钟，我们就要被黄标了。黄起来啊！哪喵他的是？干就是你，少小离家老大回。这为什么？这么鬼啦？跑出门大跳舞，不是这个。跑出门大叫唱快乐笑。我就问这要怎么这要怎么来呈现，让他这要怎么来呈现少小离家。这是什么？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他会拿着一个蓝蓝的东西？口罩啊、可以解释一下。那口罩来吗？今天的新闻呢？哦，那是今天的新闻。哦，今天的新闻是不是就出来了？鸟鸟出来了，大鸟鸟，大鸟鸟。那不对哦，今天马上就给鸟鸟自己画到，你怎么没自美啊？鸟鸟不疼啊？鸟鸟摸小鸟鸟，鸟鸟叫是小鸟鸟。我叫你哭。为什么我从大鸟鸟一路变成小鸟鸟呢？欸、可是大鸟鸟跟小鸟鸟都还在哦，都还活着，说的也是啦哈。耶、yeah ，光遇哦，看看光遇，光遇，我没有画到光遇，这个应该不会歪，这个不会歪，外面画的很好，哦、哎、好厉害哦，真的没救了，我没救了。然后有人在这边跟我说《奴奴与威朗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黄色条纹的披风正在下雨，好有诗境啊！我只能画这个一拳超。哎、欸，黄色条纹披风，你知道画尾都多累了吧？为什么会变这样子？啊、用手写打字，我没有写到这一题啊，没有，我也没碰到这一题，白痴。炫耀、欸！对，你画洋葱，洋葱的，你画的好像洋葱跟海报。我来帮洋葱打广告，洋葱哦，洋葱海报。我要出来了，我跳进来了，打我啊，笨蛋！今天的新闻，我跟你讲，我超厉害的。好强啊！我来看一下其他人怎么画。我也是说这一个，不过也差不多了。是什么啊？
今天的新闻呢？对啊，今天的那个，你可以晚一点再查啦。不是，我刚才想说完蛋了。哇，好时事啊、哦！我都还没看到时事、欸，太扯了吧？因为他真的喊这个超白痴的，对啊，他真的喊这个，而且刚刚看聊天室说，连香港那边都在播这个台湾的新闻。香港妈妈，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是什么啦？是什么、啊？我没有画到这个、欸，全身白痴，我知道这是什么了。你知道这什么了哈？我知道，就是那个、啊、什么、啊、马克思。是我抽，不要我，不要我，奇怪，我没遇到这一题啊。是什么？他在筑巢吧？他是个怪物。你我已经没救了，这怎么救？我怎么画？哦哦，天啊！为什么六个人玩标准可以这么好笑啊？哇！我以为标准是大家会画的差不多啊，没想到已经有点一样画葫芦的感觉了，就快速的一样画葫芦更好。谢谢观众捧那30块，谢谢，不客气，谢谢分了，谢谢，哎不，谢谢。我们要不要再一次热身啊？我怎么觉得这热身好好玩哦？热身它限制的范围啊，这热身没有范围才更好笑，有没有？啊、不要范围、啊、范围啦，不用范围啦，不用范围啦，不用范围。好啦，之后再玩范围，再先玩先玩几轮，之后再玩范围。没错，没错，没错。那我们再来，再来，玩到12点啊！再来啊！好、啊，你们想好了吧？想好了，好了，想好了，我想好了，想好了，感谢董内。我来看看，我这一题出出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我看中这怎么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啊？我见。口急了，完蛋了！小高，你是想出很坏，口吃了，口急了。哎、欸，妙哈，哎，请开始你的。我还没想到啦，干嘛？你还没走了啦？怎么可以因为你没想到就不开始？知道因为对吗？因为我都在避开那个很提到就主那个主叫什么主持就有这个优先权。难怪你难怪你昨天跟我说，那你要让我主持吗？你要让我主持，OK， 我们都知道原因。哦，什么东西啦？好了吗？好了吗？我想不到了，我要看一下观众啦！快点，快点，我都已经想好，马上要来看到底会被怎么画出来。哇 ！Hello， 啊，来吧，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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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厨房里的悲伤吸血鬼啊！故事叫做马破坏一本书，有没有人想要写这一题？我是厨房里的悲伤吸血鬼，你们要吗？哦，有点太难了，那太难了吧？我已经画好了，我来看看到底会被谁画出来，画出来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按哦，我按了，这题这题好的啦，这题好的啦，我出了一个好题目。好，我要按哦，来，大家都想好了，我要按哦。来，请开始。有人说可以学阿金的声音说谢谢观众抖内欧尼酱为什么不开门吗？啊我的声音谢谢观众抖内欧尼酱为什么不开门？哇，我学的真好哇，太神了吧！看到没有，我的尾声，我的尾声厉害吧？拜托，我超会学的。这也太难了吧？这要怎么？等一下，出这一题是不是想要我黄标啊？是想要我去触碰？随便找一只好了。小怪要黄标了，是不是想要我触碰那个不该触碰的逆鳞？我就来触碰你，这步没办法上大度喽，上大度，大度是不是你出的？我不好说，我知道谁出的，这一题是喵哈出的。那喵哈，你出这一题啊？我就接下来的挑战，好不好？让我看看，我要怎么把它呈现出来。我画真好，画真好，意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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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要出这一题对我，我记住你了，妙发。我不知道，就随便画一只，只是我是不知道接下来看到这一题的人会不会马上。原本的那一只我不会画，所以我要画一个大家众所皆知的。是有人知道或是什么东西吗？知道就厉害了。我看他旁边写什么，他旁边写什么哦，应该是写这样嘛。你看我这样有实力给你，
这题真的不能剪了哦，要修哦。怎么啦？等一下，我是不是该之后都该出这些题目，叫小瓜就不会来剪片了耶？哇塞，哇，你这招有够狠的。哇塞，我看一下，我可以来上线稿了。哇，我看看啊、哦，现在有时间可以上线稿。我在重现这张图，你知道吗？哇，还是不要画十天图好了，神经病。我看应该长这样吧，对。哇，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哎呀，哎呀，哎呀，你们都自嗨呀。我先画出那个感觉。哎呀，为什么刘七同？哎呀，有在我旁边升等啊。红色的，红色的。刚好有在我旁边升等。我有把音效关掉。我关音效。我魔力还开。我怎么画？我怎么画？我怎么画？好，我好了。我好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子吧。我看谁接到我这一，是吧？这是什么？这什么东西？不是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一个梗，可是我不知道。上次画过他，所以我知道他这个名字，但我看不懂这是干嘛。这啥？差不多吧。这是拍到新疆的话。哦，错了，我的题目了。糟。你画成这样会被警告吗？这是屁啦！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就这样了吧。啊！哦哦，我要画，我要画特别明显吗？我查一下哦。是什么？啊？为什么感觉好像有两个人冲题目撞到了？什么泥、什么麻、什么之类的那个要画出来吗？等一下，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奇怪的绘图笔啊！我找笔画到不见吗？对啊，我的笔怎么不见了？刚才在吗？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真的能出吗？好哎、欸，我喜欢这一题。等一下啊，应该是长这样子吧？鼻子在哪里？哦哦哦哦哦，鼻子是不是？好好好，没问题。这样子，那我想一下。还有还有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不懂，对不起，我不懂。有人跟我说他没有鼻子哦，没有，我们这张图是有鼻子的，这张图的原图是有鼻子的。这样子吧。然后我以后又随便了，我越来越像那个 Word 的管家了。我到底在画什么鬼啊？他的裤子是这个颜色的吧？哦、oh, ，shit。这样子，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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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了？我写的不是那四个字哦，我写的不是那四个字哦。你要我怎么相信你？我的绘图天分瞬间变成零呢、欸。我刚画什么？我要撑三个一个两个小时半哦。我不行啊！我在干嘛？等一下，等一下啊！我在干嘛？哎、真的、欸，我这幅画充满了海陆空哎、欸。好了啦，这样可以吧？OK，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好了，不管了，就这样子了，好不好？我要把背景弄成黑色的，忘记了。哎呦，什么？我是抽这题目啊？可以啊，我是抽这题目啊？会这样子吗？没有，应该只是撞题吧。这个有点难。要他不救，应该是这样子吧？等一下、哦，帮扶。帮扶帮扶，哇，这个，那是这个名字吗？哎、欸，哎、欸，就这个，等一下，哎、欸，来不及啊！这不是只是猜而已吗？什么来不及？来不及啊！完蛋了，完蛋了，随便了，随便了，是这样。名字多长啊？哈，要我画出这个东西，完蛋了。
等一下哦，呀，这是什么东西？是吗？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白痴啊！哦，蛮简单的嘛，对不对？是有人白痴啊？为什么啦？啊啊啊啊！是啊，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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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哦，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因为我是正在轮回了吗？我看一下、啊，画两次这个东西了，有两题吧？我也猜到，应该是有两题一样的，不是他们不太一样，但是他们是一样的，一样的部分，一样的部分，但是不太一样。我超厉害，好吧，我把他的神韵画出来，我把那他眼睛一定要把那个神韵做出来。等我一下啊、哦，这神韵神韵，我想一下，神韵要什么？这样子啊？我会画出来吗？ Okay、我画得出来吗？有差哦，这眼睛。眼睛的摆放的那个位置啊，很明显的就可以让人家感觉到、哦、不一样。等一下啊、哦，它是不是有点啊？颜色是有点深啊。Oh shit！ 看看啊、哦，哎、欸，这个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你在画什么？ Okay, 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欸哎、欸，不要这样子，这样好像会出事啊！这边画蛇添足，给我涂掉、哦，这样就对了。所以有没有完美啊，各位，完美啊！我下广告啊！哎、欸，这好完美啊！这完美啊，各位！哦，忘记发广告了。对，反正我现在有时间可以发广告啦，我都没再发了，发大家来这边就可以看无广告哦。我好会啊！我跟你讲，这是我画的最像的一次了，好不好？好，不管就这样了，好痛苦哦！不行啊，怎么感觉时间变短了？救命哦！天哪！啊！什么？啊！把这一段剪进去哦。然后再把那个画面拉掉。剪十分钟版本有吗？随便。怕不？帮我利姆路没有画得很好哦，不画了，不画了。但是你们都念句，把所有的答案都念出来了。对啊，你说我对不对？会忍不住啊？不是你跟阿静都会。我忍不住，会忍不住。我觉得必须讲啊。还原就是你出的，没有是你出的啊？你自己画这样子，哇，你自己要画这个哦。还原的符咒，问号问号。我来看一下。哦，好认真，太认真了吧！我把这涂掉，我怕你们危险。你看，哇，这个，哇，这能剪吗？这段哔哔哔，这段哔哔哔，这个还好吧？这段没救了吧？没事啦，我们这里反正迟早都要有关键字啊。莎莎有的鸟，去找喵吗？哦，可是这跟我想象中的莎莎不一样。我跟你讲，我自己抽到也要画。为什么？为什么我的莎莎长这个样子？你不管是哪个莎莎，就看鸟，你要被鲨鱼咬。好可爱啊、哦！画不完。有啦，鸟鸟有把我想要的精髓画出来，虽然我期待的是繁星或喵哈画出来，喵哈不救，尖头拉瑞，尖头拉瑞，你说谁尖头拉瑞？你说谁尖头？我来不及，没错，哦，我会回来，可以知道哦，是这是同一个梗吗？对，我也不知道、oh, 你说谁先头拉瑞？什么？好像吧？哎，我不知道先头拉瑞的梗哎、欸，你好棒、啊！我也不知道，我是刚临时去 Google， 真假的？就我不知道、哦，太惨了吧？先头拉瑞啦，先头拉瑞，史莱姆吃冰淇淋，是我、啊，是我啊！啊，好色哦，他舌头好，他舌头好猥亵哦。雷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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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雷喽呢？会变成这样子？我把全部打上去，就只找到史莱姆而已啊！哦，哎，我画得好哎，画得很好，画得很好，真的吗？最好出的周边，对，没错，出周边，虚拟 YT 不小心开到真人，原来是我猜到哦，很难哎。
什么 ？Pickle pickle pickle pickle， 刚刚阿金有感受得到我在画的东西吗？有啊，我感受到了，很难的、啊，这太难了啦！哦哦，好可爱啊！好可爱哦，后面变成大好友，大好友，大好友，变成 Pickle 样子。我来看看。派大星，我好爱你。不是，为什么大家都出派大星啊？我爱你，我好爱你，我好爱你。插字幕了。小光，你好烂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裤子变成像是酷酷酷的那个围兜兜啊。想跟他睡觉，哇，怎么变得这么平凡呢、啊？哎、欸，不是，这不是我要的效果。小光就没看过《我好爱你》这张图哦，你没看过、哦？没有哎、欸，我好爱你。我真的跟海绵宝宝不熟哎、欸，我跟海绵宝宝也不熟，糟了，可惜。毛毛，可惜。毛毛现在帮我找到底长什么样子？画很像啊，对啊，我看看，画是一模一样吧？一模一样啊！我好爱你，我好爱你，我好爱你、哦。要肩头拉锐啊！你要说点好话、啊。你说谁肩头？为什么你们都会知道这些奇奇怪怪的梗啊？到底肩头拉锐到底是什么？你先问你家观众啊，知道打一、欸、不知道打零啊？好啊，欸、你们知道肩头拉锐的打加一啊，不知道肩头拉锐那是什么的，请打加二。我好爱你也是，我好爱你我还知道，我好爱你，我不记得我好爱你。那你要去找，你要去找这个加一这么多啊？好好，算你们厉害。啊、我们要再来一题，完全不受控制的吗？应该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吧？我想一下啊，不受控制的，好好想好。我知道，我知道，哪个少？少不吗？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野兽的兽吗 ？OK， 我好了。啊？我想好哪个兽？哪个兽？野兽的兽。我想好了。哎、欸，我是听不到你们说话了，糟糕！我被 YT 霸凌了。不受控制。对啊，哪个兽？一二三，有了，我回来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喜欢这个，我来文艺复兴一下。我来想一下，我怎么画、啊？我已经知道是什么，我的脑子里面已经都决定好了。哎，你们的不受控制的兽是哪个兽啦？野兽的兽吗？我想好了，我想好了。兽啊，野兽的兽啊。好好好，不受控制。所以现在的题目是什么？我刚被霸凌了。没有啊，没有题目啊，没有题目啊。好，来，没有限制啊，没问题，那就来吧。来吧。哦、没有，没有，还在想。你还现在要对我还在想，我还在想，所以我想了，走了啦，走了啦，走了啦，还是要硬要画葫芦。好啊，好来，标准哦，最后一题标准，最后一题标准，好好，最后一题标准，我想想看啊、哦，哎、欸，这个怎么样？突然变英文了，各位观众，大家觉得这个怎么样？文艺复兴够久了吧？算可以吧？哎、欸，我觉得这样子很不错啊！这么大的文艺复兴，就这样好不好？好，我就这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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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就这样。OK OK， 我做了，我做了。可以可以。是什么？我查一下。我画得出来吗？我可以，我可以，这我可以，这我可以。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不要再海绵宝。不要在海绵啊！等一下，这个是什么？是什么啊？等一下，我查不到。这辈子画了我最多的海绵宝宝。我操！这什么鬼啊？这是什么梗啊 ？Oh my god！ 这是什么？完了，我不知道。没有。完了，我不知道。完了，应该是长这样吧。然后。鼻子，刚可以雕图到 DC 吗？救命！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梗哎、欸，糟糕！啊，海绵宝宝的梗我知道，可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怎么那么多海绵宝宝的梗？对啊，也太多海绵宝宝的梗了吧？一定是鸟鸟出的。不是我，我这次不是说海绵宝宝，相信我，我赌一百块。好。那我相信你，一百块而已，拜托。然后就一百块入账，好一千啊，没关系啊，一千块啊。哇，一千块啊，好啦，一千块啊。那你如果那一题最后被歪成海绵宝宝，哎，对啊，拿一千块捐出去啊，没关系啊，我没差、啊。那你一千块要给我，捐出去啦，给你。好好好，
长。对，待会全部的题目都画成海绵宝宝。对对对对，我也要。那先不要了，先不要了。海绵宝宝端火锅。我们大家这边有六个人啊，五个人，除了你之外，所以要5000块，太棒了。我画这样很棒，可以吧？我觉得我画这样很棒，我觉得我画的。看得出来的就厉害了，好不好？我也找不到，看得出来才有鬼吧？跟你讲，哎呀，等下我太注重于，糟糕，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随便了啦，就这样子了。随便。干，今天我只有画这个，今天我只有画前段班，我没有画后半段班。完了，小完了，鸟鸟你完了，来不及了。哎呦，差不多，这什么东西啦？我这是什么？是谁啊？这个啊，可以告诉我吗？拜托，是这个吗？完了，我太沉浸在这个吧。哦，我知道了，他叫什么名字？应该是这个吧。OK， 来吧，我已经为什么都要出这个了？应该是对啊，应该是这个啦，应该是他，应该是我已经画好了，没有错。刷牙，来吧，我忘记他名字了。这不是，这不是哦，啊，算了。我是这又是什么了？他又是海绵宝宝的，等一下哦。为什么会出现？对啊，傻小啊。哦、我查一下，我可以换另外一个的吗？我三，哈，是什么鬼？为什么？不要把你题目念出来了。哦，他长得好像那个、哦，这怎么长得那么像那个啊？是我的错觉吗？怎么长那么像那个某部动画里面会出现的角色、啊？等一下，有吧，很像吧？欸、我是不是又被 DC 霸凌了？等一下，没有，你被我们霸凌，不是、啊、被 DC 霸凌。你那些话我没办法回你啊，我要怎么回你啊？哦，没有，我以为是大霸凌啊，电脑霸凌。对，好，你看一下这个怎么画？哦，哇，这个也太难画了吧？是黑的、啊，我想一下哦，可以照这样吧。好像在画王雷哦，傻小。王雷，王雷，你的三文鱼可以放生吗？看看啊，这个这样。Oh shit！ 有了。颜色应该是偏这个颜色。好，就这样了。就这样吧。我幼稚。就这样了。哎，就多画几笔好了。哎，应该看得懂了，就看得懂。看不懂的，跟我一样，就是看不懂。应该是长这样吧。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也觉得我很努力了，我也觉得我很努力了。好了，我觉得我超努力。哎，等一下，不要，还有时间。再帮他加一个 ，Oh shit！ OK， 这个，粘起来，有了，可以，就这样吧。还有黄红，那黄红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这样吧。Yes，OK，、okay, 我超棒。我知道这个。哎呦！为什么有这张图啦？好像哦。这张我以后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我以后玩你画我猜的那个封面图了，太可爱了吧！太好了吧！太可爱了吧！啊！我找一下。等一下，这个海绵宝宝，我要想一下，这辈子没有想过我竟然要画这个家伙。想一下这怎么画？嗯，这个要怎么画？我想一下啊，
完了，应该是这样子吧？等一下哦，我看看啊，嘿，我看看剩下八张怎样？啊，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来把这个地方擦掉。OK， 然后，我要先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吧。然后我想一下，头发应该这样。好，我把这个给它染色一下啊。perfect，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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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shit， 有没有够 perfect 了吧 ？Purple， it tastes like purple。It's purple. It's like turtle. 再让它皮肤白一点好了。皮肤不够白吗？这样。我认真在画这个。真的，我为什么认真在画这种？这是我，这是我现在玩这游戏以来最认真的一次。真的假的？已经不是这个颜色吗？哎呦，我好认真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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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这首可以，你不要把它也喝住了。对呀、啊，操你妈的，还得补汤了。小郭，我发现你是不是太久没跟大家开台，一直自己开台，你现在完全静不下来哎、哦。他现在就是进入一个一直在自己开台讲话的情况。对，你知道这是害我们很难插话，你冷静点好不好？我冷静点，我冷静点，等一下。这样害我影片很难剪的。不会啦，这样还好啦，还好啦，还好吧，可以啊，这样子啊。就这样，我画的好认真哦，我好棒啊！你好笨啊 ！Bang bang， 可以，我可以了。不要乱讲话，你不要乱讲话。我真的这辈子没有想过我竟然要画这个的家伙哎！我来看看大家怎么画，大家到底在画什么？画完了，好哎、欸，好哎、欸，最后一题好哎、欸，完蛋了，有这题吗？有这题吗？我画超好的、欸，哦，画得很好，超好，好棒，我喜欢。怎么会变成？原来是咒术喝，我以为是什么咒术喝，突然变成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完蛋了，完蛋，要被淹死了！不是那个山下吗？不是一个下巴，不是这个山下巴。听我解释，下巴，听我解释。我要猜伏黑会，可是我脑子就想到一社会，是一社会，一社会不是十级之灵的吗？谁啊？想不起来，社会是完蛋。我觉得伏黑会画得很像哎、欸，很像什么？牛牛魔王也是我前辈，原来是我自己抽的我来不及画阿纪，为什么是老皮啊？是蛮像老皮的哦，那个爱心没有画出来啦，可恶！牛牛跟老皮，牛牛跟老皮，探险活宝的老皮带着牛牛。我野兽前辈画的不好吗？好可爱、啊。我的野兽前辈画的不好吗？哎呀，是我不懂。火山应该是野兽前辈长得太像老皮了，是喵哈吗？抱歉了。好，我今天画了好多海绵宝宝。到底在画什么、啊？我是不是因为上次都是那个繁星的上一家，哎、欸，然后现在我都变繁星的下一家。报应来喽！哇，你全猜中哎、欸。很难画，好厉害、啊，好强哦，好强，好猛哦！而且还是用那种像水彩画的那种上色方法，又是哈哈傻瓜蛋，还好我猜对，还好我猜对，我好棒！我画的是哈哈天卡蛋，为什么你这可以猜出来？哦，他终于变花生了，我能我能体谅你。你是不是打广告、啊？植入好吧，代理出在喵哈那边呢、啊。你是不是打广告啊？我打广告哦。发票鱼干，你打花生壳人偶就只能画这个哈、啊。哎、欸，真的，他是花生壳没错。我的Tenga宝宝竟然没有办法把你们转过去，我什么？怎么是不受控制？可是我觉得小光很受得了哎、欸。哦，那个猫儿没有被看到，好可爱啊！我的天。
小光哭得好难看，但是上家画得很好看。公啊，好可爱哦、喔，好异常啊！小光哭哭啊，原来是猜到自己啊！哎、欸，为什么大家画这一招啊？好猛啊！你们是有什么奇怪的默契吗？太猛了，好猛哦！好猛哦！你们这默契也太好了吧？就是那个钥匙生产器，文艺复兴。应该画林娜吧、哦？我想要大冬天当鼻孔钥匙生产器啊！鼻孔生产器太麻烦了啦，大什么大？哥了么的，哥了么的，大冬天问号，这样看得出来啊？太猛了吧！我的妈！没有，那你是标准版的干？不要，这是要帮人家上香是不是？这是进化版的、欸。他自己有那个头框啊。他真的有这个头框啊，真的有啊！不觉得旁边放个三支香，会感觉好像在祭拜他？画两个黑黑的两撇，好酷啊！哇，我们才玩两题，感觉好像在玩一样画葫芦哎、欸。两题？我没有哎、欸，我没有在画一样画葫芦感觉。三题了，三题了。哦，我们画三题了啊！我完全没有一样画葫芦的、欸，完全没有哎、欸。我们要来试看一样画葫芦了吗？哦，一样画葫芦。一氧化葫芦哦，这是我们要来限制东西了吧？我们来看一下喵他有没有限制什么啊？要限制什么？要限制什么？一氧化葫芦不用限制啊，他们就是画出来而已吗？就是一个范围、啊，我们要有范围吗？还是不用范围？范围没差，就是到画而已，就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这样啊？没错，对，不用了。好好好，我想一下要画什么啊？我的头脑，哇，喵他都在我下家哎、欸，开心。待会就是你在我下家，嗯，你们为什么要研究等一下谁输谁下这件事情？这很重要，你知道吗？啊、这是蛮重要的。谢谢露。我的聊天室又开始在说我的下一家死定了。请问有没有人有观众有没有什么想要我画出来的东西啊？我来看看，看一下我要画什么比较好，画什么比较。头脑都只有海绵宝宝，我的天啊！炫炮可以吧？炫炮怎么画？你就打，我不知道炫炮查不查到、欸。桅杆就像炫炮，不是那炫炮。桅杆就像炫炮，还有自定模式哦，好酷哦！阿姆斯特朗，哦，这可以看到你在用自定哦。哦，真的假的？哎、对啊，可以看得到哎、欸。哎，不是现实行动顺序轮次、嗯。我看看啊、哦，大家要我画的哎。欸我刚看到一个不错的哦，可是你如果用医药化葫芦，然后用神秘模式开，应该会崩溃哦。我要看看、我大概知道，我大概知道下一题可以出什么了。我要画谁呀、啊？不行，画那个，黑哥不能画那个，不能画那个，那个炮吗？新阿姆新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炮吗？对，不行，可以啦。不行，我会帮他加翅膀的，不用担心。我会帮你按叉叉的。我已经决定好我要画什么。我按开始了吗？还没。好，对我好了。啊，刚有人说还没吗？哦，我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开始一样画葫芦。然后我会猜题吗？没有，从头到尾都画。直接画是不是？好，没有问题。我想画超快的。我画什么啊？我要画这个。要时间想哎。先想一下。哎呦。好，还好这个配了吧，这样就够了吧，这样猜得出来了吧，各位朋友，快了吧，太快了吧，我感受到你们，我感受到你们猜得出来，你确定？真的，我是说观众，哦，观众猜得出来是，把它加一下，观众可以开始猜我在画什么啊？哎呦。对啊，大家可以猜一看我们在画什么。哎呦，这颜色好像比较好。哎，哦，这样应该很明显了吧？我还想到我会不会已经有很多观众看不懂这个梗？梗，有、哎，
哇，我真的觉得我很会画哎，有没有？我也觉得我自己很会画，真的，真的觉得我应该要去学画画。你看，天哪，太厉害了！绘画天才，每个人都是灵魂绘师，真的，每个都是灵魂废师。哎，糟了，然后这是我画的最好的一次。哦，我刚刚商场也是这样讲，但是不能在里面。里面复制啊！你要画打没打没有太难了吧？没有啦，没有啦。那你要换牛牛版本的吗？打没，我还没做阿进版的，对不对？下次说。打没有，打没打没。那罗油，那罗油。安达嘎，要画也要画瑞克摇吧？对，哪个干的？我靠 ！What the fuck？ 怎么变成这样？你看，蟑螂出现了。高级不离绘画出现了一个危险的事件，对，然后赶快补足。那边念欧。太厉害了，我怎么这么会？等一下啊，还有时间，慢慢来，慢慢来，不急不急。哦，然后这里画很久，很快乐，真的。刚刚那个，可是等一下就不快乐了。等一下你们就不会快乐，我先讲哈。好想要放大镜哦，好想要可以动画布哦，好想要可以用滚轮就可以滚那个画笔大小。不是，它皮肤应该是颜色才对，要加那个是不是？这个他们会不会，应该不会吧，对，我皮肤会比较好。想要怎么画比较好，我把我的手比出来好了。诶，这个有了。嗯，我是觉得不要皮肤比较好，皮肤太危险。脖子上那个是这个吗？没有错，就是这个。哪个？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告诉我的观众，我不能告诉你。告诉我一下，拜托你了。不行，不能告诉你。告诉我。诶？怎么了？不要比较好啦，我是觉得不要比较好啦。我刚画六指，好了，我画这个就好，不要画太像，我会误会吧？真的，在旁边画个火锅都会被误导了，可恶。的火锅被误导很合理吧？被误导成画蛇添足啊！安安 Orange， 安安打马怎么打马？安安有了啊！大家误会了，那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东西，好不好？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不会啊 ！Oh shit！ 干的错，等一下，你这提到乐高了吗？可以了。怎么会有人在家里贴乐高啦？把我乐都晒一地啊！我要签名，我要签名，还来不及了。签啊，小明，哇，超好！有签完了，小光毕卡索，耶、yeah, ！拿去那个 CW 卖，哇哇，怎么画？等一下啦，靠腰啊！我猜苗豪又画了一些 motherfucking 东西了，好可怕、啊！不是啦，这个我哪可以在时间内画出来啦？这旁边是什么？没事，好好好，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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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我觉得海边画脸好像那个哆啦 A 梦跟哆啦美哦。不是 ，Stop it！ 我只能有样学样，好不好？这也不能这样，这也太随便，这也不能这样。哎、欸，我真的觉得随着玩这个游戏玩久了，好像绘画技术会慢慢的进步、欸。哎，是我的错觉。哎呦，觉得我越来越会画了。Yes， 我画完了。我也太神了啦。Holy shit！ 不知道我们这回处理什么神默契，真的假的？就觉得我把我这个神韵画的很好。这个应该猜得出来吧？我觉得我画得很好、欸，哎，妈，
我们时间也就这样而已。真的时间到了，我已经不知道怎么画，反正就差不多这样了。差不多这样了，好不好？差不多这样就好了，可以吧？可以啦，可以吧？可以啊。哦，对哦，重点没画出来。对，还有一个 ，OK， 完美 ，perfect。啊，忘了画那个，忘了画最指标性的啊啊啊！好妖啊！啊 ，too hard， 这个好可爱哦。哦，我想一个，我还会唱他的歌哎。哒啦哒啦哒。哦。哒啦哒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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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嘿嘿，你知道哎？哎呦，这么厉害，直接哼出来。嗯，我看一下他长什么样子。妈的，可恶！画个神韵，画个神韵，画个神韵，这个很难啊！我现在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画出来。啊，没时间了吗？来不及了啦！来不及啦！我怎么画这个？来不及啦！差不多了。这哦，看我等一下，我操！等一下，你还有时间查哦？你没时间喽！你这话根本没时间啊，根本没时间查、啊，还想查、啊？应该是这样子吧？我刚最后看到的话应该是这样。眼睛是这边吗？我刚看到就这样了，我用十秒处理了。是这样，可以了，可以了，我已经画好了。啊，汪峰是谁了？来不及了，我已经放弃治疗，我就这样画完，直接放着，就直接等下一场。神韵到了啦！怎么还有？那这是什么？可是这个要我画出来，实在有点难哎、欸。等一下，阿鲁阿鲁，怎么办？刚刚是看到这个吗？完蛋！鸭妹，就这样子了吧，就这样子了吧。我做了。哎呀！我不知道，算了，我知道，我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看，你该不会抽到我的吧？不是，这什么鬼啊？哇，应该是长这样子吧。我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可是来不及画完了。Hey, 就这样了吧， hey. 就这样了吧，就这样了吧。到底是什么？我笑死我了！我一减一。哇！啊！我不想画吧！我就只是瞄他，我就知道我错瞄他。我可重点后面知道吗？越来越福利杀了啦，越来越福利杀了，福利杀出现了，哪有福利杀？哪有？是谁啊？你知道吗？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福利瓦纳杜，你那个是什么啊？史莱姆吗？我是橡皮中只有橡皮，我想说什么东西？我那会有表情啊？怎么说？鲁夫里面有东西啊？来不及了，真的来不及了。哇、哦，这么短时间还可以画成那个新衣嘛？不错，新衣好快，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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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哇，等一下，有在，还在范畴内。有啦，这一题是对的，好，这一题是对的，还在这个范畴内，还在范畴内。对、欸，你听我解释。对呀、啊，在干哦，卡紧急，我就知道你要画这个，我来不及画了，是在干哦，我来不及画，我在干，我搜寻宝可梦，我就找到第一个就是你的哈、哦，为什么宝可梦？后面会变怎样呢？看得出来，可以可以，有哎、欸。我已经都在哎、欸，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说来不及画的感觉，喵花没有。你知道为什么这么火爆？因为我知道是卡比镜，可恶！对啦、哦，好可爱啊！哦，对不起、啊，原来本来是长这么可爱的吗？没有吧，没有吧？原来本来是长这么可爱的吗？没有，那是什么东西？有，我感受到是那个神乐。
我觉得你根本感受到了，感受不到，为什么鼻子长在快那个跟眼睛同同边的地方啊？你没画好，哇！哦，阿罗拉耶诞树，哦，原来是长，原本是长这样子，是不是？哦哦哦，这是阿罗拉，好像都是比较长的。是什么？已经长到出去了。所以就说，哦，原来本来是长这样子，是不是？就就我所知，下面那个到底是什么？尾巴看不太出来，他的尾巴。延上他，延上，延上个我。不，所以我们下一局该宝可梦了。哦哦，原来原本是怪，对啊。它原本长这样啊，可以啊，中间啊不，颜色不见了就不知道了。因为好像问题点出在小光身上，对。想在打架，你别说你知道，你颜色都没有弄出来，是什么东西的感觉？我手上拿剑呢，怎么会变这样？怎么会变这样？浪费。他拿太古了，他打太古是不是，颜色好重要，原来是太古达人。颜色好重要，好笑哦！什么啊？没有，来不及画那颜色啊！可恶！好笑、哦。我们要玩，接下来要玩什么？你们真的要玩宝可梦吗？来啊！宝可梦啊！我要查一下有什么可以画的宝可梦。我要画这个好了。好，我想好了，我已经想好我要画的东西了。你都想好？你们都想好了吗？你说你们要画宝可梦、哦？对呀、啊。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不会有人跟我撞题吧？搞不好就会撞哦。不要撞哦，不要撞哦。会有人跟我撞题了？应该是不会吧？那我就按下去喽。都好了吗？好了。开始。很想叫喵哈手下留情。那这个全部人都画一样的，笑死。应该是有可能哦，我觉得有可能。我怎么办？如果真的没画好，会歪耶，会黄标呢。会黄标？你在画什么会黄标？宝可梦黄标？有一只宝可梦很容易黄标呢。哪一只啊？我现在想看，我现在有点想不太到，但我好像大概知道。对，应该是。等一下，我这只应该是这样画没错吧 ？OK。我怎么不能复制我要画的东西？烂东西，愚蠢！哎呦，哦，观众很厉害，这样就马上知道我在画什么。你们是天才吧？天才です。天才です。天才です。天才。哎 ，fuck！ 画到一半忘记我画到哪。OK。接下来我们要做一点建成建哦，对，没错，差不多了，差不多。必须成，你再说一次，你这个小 bitch， 对，不是啊，哦，看看啊、哦，哎、欸，应该这样子，可以了，我已经画好了，哇，这猜得出来就厉害了，嗯。我再把它多加一点建成、啊、嗯，好、啊，认真画这个东东，我也在认真画这个东东，我也在很认真画，超认真的，从来没这么认真过。你不是已经好了？对啊，我已经好了，我已经好了，我在干画。Oh shit！ 哦，哒哒哒哒哒 ，Oh yeah！ 我看毛毛听看不看得出来我在画什么？毛毛的。毛毛的，我喜欢毛毛的，那是不是毛毛？你不要侮辱我吗？你怎么可以侮辱我吗？你怎么可以把我妈拿出来讲？不能侮辱我吗？画吗？画反光哦，连反光都要是不是？哇，你们要求很多哎、欸。我可以控制时光组。对嘛？怎么可以控制时光组？好了，我帮你们画。啊我现在很想回聊天室，但是我不行啊！这只怎么那么难画、啊啊？你
要把题目念出来回他们应该是可以的。哎，聊天是一直说小光很强，是不是？哇哇，那是贬义的强啊！我画好了，贬义的吗？观众，我对你们太失望了。哈，这超像的啊！怎么？我觉得我画的很像。凭借着我玩宝可梦卡这么多年了，对，凭借我从小看无印版到现在之后都没再看神奇宝贝。你没有看新无印哦？欸、没有哎、欸，新无印是有新无印哦？没有，没事，骗我。有啦，有新无印、啊，有点来不及耶。为什么越啊？越画越像其他东西啊？对，我的反光怎么站起来越来越像？可以啦、嗯，这样子啦，好不好？那是相反的话，相反的话，相反的话，相反的话。天哪，我对你们太难过了！你们竟然这样子反讽我，我们这群观众，观众们，你我哪敢反讽你？你是大大呢？哦，我觉得我画的很好啊，不服来辩，辩来辩，来辩。啊，就这样了，我已经决定好了。时间要到了，谁也没办法阻止我再改这幅画。时间要到喽，时间要到喽。小光熟、yeah. 熟门熟路，可以啦。我现在都已经在聊天了，你就知道我现在有多闲。哇塞，哇塞，画的那么好，哇塞，哦，哇塞，现在有人说哇塞吗？有我啊，是我老哇塞，哇塞，哦，大家喜欢吗？我很好奇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好好奇啊。会不会有人看得出来？应该有人看得出来吧？哦哦哦啊！可以啦，可以啦。哦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上不了色了，上不完。真的上不完呢、欸。哇塞！哇塞！我想一下啊，天线的，不会、欸、阿金抄我的吧？糟了，我看完之后就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这已经是小繁星或是喵哈的，妈的！小繁，我觉得应该是喵哈抽到我的。对，我抽到繁星，对。完了，你怎么知道啊？哦，看图，就是这么新，有人知道吗？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我忘记他长什么样子，对，我忘记耶！救命啊！救命啊！谁抽我啦？优奈吗？哼，哈，他长什么样子啊？我忘记了，好像不是哦，感觉不像是哦，这种反应应该不是。谁可以救救我？我抽了什么？应该是这样吧。我已经忘记颜色了，我忘记。你知道有那种一看完想说嗯应该是可以了，然后关完之后下一秒说哎刚刚那个图长什么样子啊？忘记了。啊，我应该有时间，我查查看。还要查？好像有个讲六只脚，六只吗？我一定要找找看，不行，我一定要看一下我临死前至少要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啊，不行哎，我打不出那个字来，算了。还行吗？还有在他的样子上。啊，是白色的、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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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卡，哦哟 ，fuck， 皮卡草，我决定让他这样子过。一定会，一定很危险。这是什么啊？怎么会有四颗奶头？我知道，我靠，这个有点难哎，我猜。等一下。还好我买这个版本，哎、这什么啊？阿静知道了，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长这样子？会不会有我在画雷欧娜？笑死！雷欧娜，完了，应该是长这样吧？有啦有啦，嗯、神韵画出来了，调了一段颜色，看起来好好吃哦、啊。是这个东西吗？神韵已经画出来了，应该是不会错了，不会错了啊，差不多了。这什么？什么大哥啊？我知道，我知道，智魔灵，
智魔灵摇曳露营的那个。为什么有大哥必须死啊？等一下啊，长这样子吗？忘记了。为什么？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个？我刚看到的是这样吗 ？Holy shit！ 这是陈少，我画好了，陈少要成这样的吗？哇！哎，可恶！哦，我知道这个，这个我知道，我知道，怎么会有六颗奶头？为什么有大哥？这个我会画，对，我跟你说，为什么会有大哥？这个我最会画了。我跟你讲，只有这一题是不会歪掉的，我觉得。欸，他手是这样吗？我把救回来，各位，这个神兽，我把救回来，我把这个神兽救回来。救你救吧，你救啊，你尽量的救啊，救回来。不干你！哦、shit！ 我这是什么？什么？我根本没时间画他，我虽然知道他是什么。欸、我知道不是这个，但是我要随便乱画。在画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刚刚看到是这个吗？不是，等一下，就这样子吧。啊哈。啊哈！我就知道嘛，哦，藏马兰特，看到这一只太难了啦，藏马兰特。哎、欸，大哥就这一只，你知道吗？好猛哦！哈哈哈哈哈！大哥是这一只哦，大哥就这一只啊！我想说这是什么？这什么东西？荷包蛋，好好吃。我知道小行星，小行星。这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这之间的差异怎么会变这么大？干嘛？他错了吗？没大梦，好近，没大梦，简单吧？你看，马上就意会到我在画什么了。我这一题是最不会歪的。我眼睛有点歪哦，越来越软烂了。那怎么变成翔了？越来越软烂了耶！边没有吐到眼睛，一个豆子。有啦，有啦，机会，有机会。越来越丑了，三条线就结束了，一二三四五。繁星画什么？太哦，还好我没有画到这一题。那什么鬼啊！还是我画到，那就是坏的。不是每个人都要画吗、啊？完蛋了，那应该有画到，只是已经变掉了。为什么？为什么变成四颗奶头？我就说，那怎么会有四颗头？完了，完了，完蛋了，完蛋了！最后一股蓝红色，为什么？为什么蓝红色？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哦，你哦兔没有画到，没画到哎、欸，没有画到啊，因为你是小光头呀，我觉得我阿兔啊，我也是这一只哎、欸，岩兔怎么变这一只了？怎么变成松鼠了？我也没遇到哎、欸，哇，你好厉害啊，直接把人家变成另外一只神奇宝贝，白痴，画不出来了，画不出来了。为什么一直往下看啦？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啦。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就是关掉，直接忘记它长什么样子。大舌头，大舌头，大你的大舌头进化了耶！哦，你的大舌头后面进化了，对，然后大舌头后面进化了，你怎么进化了？又大舌头进化？不对，后面退化了，都进化没有啊？大舌舔呢？进化变成大舌舔了？为什么？没有，这边退化了。退化，怎么退回去呀、啊？退回去，然后，我原本差点画字魔灵，看不懂。你这个好像闭着眼睛画的。啊、哦，好好笑。对。哦哦哦！哇，好可爱啊！好可爱啊！有哎、欸，可是到后面怎么背景不见了？没了，背景来不及了啦！放弃了，我放弃。哦，这只还是蛮可爱的，要让你们看看我的吗？
山寨山寨鱼对你们在自己在做来了见吐了好厉害啊好厉害啊这把我的声音画出来了哦好可爱啊最后一只繁星那只怎么那么勾子呀哦哦好累休息一下放大家好的休息大家喝个水大家喝个水喝水一下运动时间哦、我们先想一下我们等一下要画什么我们要画动画吗、嗯哦、就想一下、啊哦、我去尿个尿好了我挡不住了当尿出来怎么办我想想看等一下我来画什么画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是地主大哥我把这画出来硬了硬了，我来看一下观众说叫我画什么，我看一下啊，还要我画咒术回战？刚刚五条悟还不够惨吗？三下巴，看你的聊天室，三下巴哎、欸，还有什么？哦，哎、欸，这个好像不错哦，这个好像可以哦，我看一下，我查一下长什么样子，可以哦，我接受你的挑战，自然心，自然心的那个，看一下啊、哦，所以你要跟我们讨论了吗？哦，那我们要画动漫吗？我不知道。动漫我 OK， 我觉得我已经看到一个我想画的了。一样，我没插照画而已。你把题目改成动漫的话，就是还是可以出宝可梦，你知道吗？可以啊，可以啊，是可以啊，只是范围变比宝可梦更大而已啊。我已经想好了，我觉得这个好可爱哦。哦，对哦，我之前怎么都没有想过要画它、啊。我现在怎么可以跟你讲？那奇怪呢、欸？那奇怪、欸，奇怪、欸，干嘛问我、欸？你很奇耶、欸，你很奇耶、欸，你很发现只打他一个字，我找不到这个人。要画动漫的话，我已经找好，我已经找好了，我已经找好了，我也找好了。你要画动漫，动漫，我只想画动漫。那你只想画动漫？动漫，动漫，我想想，我只想画。如果你们都知道的，嘿、hey ，大家应该都有看吧？看哪一个？就是其实没差，就一样画葫芦的话，就是就画葫芦啊，就不用猜啊，也不用想下大家有没有看过，对嘛？一样画葫芦，就画你想画的嘛，对不对？动画我们这一圈应该都看吧，对吧？爸爸爸爸爸爸爸，大家都不一样，爸爸已经 OK 了，好不好？我还没想好那个自然心的那一题，我就决定了啊啊。啊，如果这个是你喜欢的角色，或是他是你的什么什么的那种很重要的存在啊，不要来打我，拜托，因为啊，他可能第一棒就要毁在我手上。你准备好了？还有谁？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开始。耶！哎呦，美漫算动漫吗？可以，美漫可以可以。哦，我不哎，我一直好想放大画布啊！等一下，我好爽哦！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把那个神韵画出来。哦，哎，其实我应该画另外一只吧，算了，哪一只？那一只，哦，那一只啊，对，懂了，懂了，懂了，我懂了。可是我选了另外一只，这么好懂，可惜，这么会懂，只好放到下一局。我想一下啊，哎，哇，这个要很宅的才知道哎、欸，哼，你太小看我，魔法战争。哦、oh、shit！ 不要想说，不要提魔法战争 ，Sea Ice， 米加，光游戏，啊！你是月儿是不是？你被砍了、啊？等一下，哎，哇，这样应该还没有人看得出来吧？哇塞，为什么这样就看得出来？我看看哦，哎、欸，你可以标题啊，你可以看出来吗？你可以现在擦掉再重画一个、啊、反正时间还有。不要了。对
明明就超多人都找这发型了，竟然可以看得出来。哎、欸，对，我 GIF 忘记关掉了，靠呗。GIF， 对啊，我刚刚把我刚皮卡丘猜的那一个 GIF 丢出来。我看啊、哦，颜色哦，颜色需要。哎的，哇！这人知道我在画什么？我。哇，那你猜一下有多少人正在吃东西了？那猜一下阿丁在吃什么？阿丁在吃三色豆，所以我要吃口香糖。哦，竟然是口香糖吗？你都被口香糖呛到，怎么有人猜另外一部作品？等一下啊、哦！只要聚精会神，聚精会神才能画出精怪，没错，才能画出他的那个神印，神印，佛印。谁画好了？谁？谁敢画好？我们都还没画好、哎，太快了吧 ！Oh yeah, oh yeah, oh my little baby。My little baby, 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我觉得喵哈或半斤抽到应该不知道我在画什么。没事啊，照画就好了。照画就行了。对啊，行啊行啊，这个应该行。Baby, I love you. Sophie. 我觉得我已经。噔噔噔噔噔噔神韵应该已经画出来了，各位，神韵已经出来了吧？有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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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吧。然后看一下嘴巴的颜色啊、哦，嘴巴的颜色要，嘴巴还有分颜色哦。哇、哦，这个好难哦，嘴巴颜色超难指定的。哦、oh, ，shit， 来不及了。不行，我已经被洗脑了。不要洗脑我了，这首歌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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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的颜色，头发的颜色，卡米。我觉得我现在画的很好，没办法，没办法，先给他这个颜色吧。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啦。嗯，没有，怕你抽到我。我来不及了，啊、来吧，我接受挑战 ，Challenge Accept。我来不及了，就整这样了。努力滑到最后，哇、哦！凡希，为什么我又扯到你的了？谁？为什么又是？为什么又是这个？为什么又是？等一下，我有点忘记他长什么样子。哇哇哇哇哇！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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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那怎么记？哇，这个有点难呢。这个，等一下，我知道了。我有时间，我可以改。噔噔噔噔噔。哎哎，你是抽到我的。是吗？对，你在哼这首就是抽到我的。你自己说我画的好不好？好好好，画的真好，画的真好，谢谢。听起来超敷衍的呢。没有没有，真的画的真好。我没有，我怎么敢呢？怎么敢呢？我好难过，不要难过，我好难过。对不起啊，他眼睛是不是有点歪呀、啊？算了啦，不管了啦，不管了，不管了。眼睛就给他歪了。因为我画出来那么高水准的东西吗？办不到，办不到。No, I can't. I can't kill the Walu. 办不到。所以我决定这样子。所以我决定这样子画。I can't kill the Walu. 有人已经画了。我也决定这样子画。好像有点外绕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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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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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呀，不会画人啦！我来不及，我来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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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黄色。
屁呢？哦，这谁？等一下，一定要这样子吗？大家一定要这样互相伤害吗？这个到底要在短时间？这个有点 too hard， 我有点没办法呈现这一只哎、欸。完了，干你妈的！看那是什么颜色？这个一画靠腰啊，这个图怎么图？记了，你是什么颜色的？完了，这个吗？两起，进来，我总要给我做啊！安内啦，先像啦，一像啦，谁啦？这画的不错，你是在说他还是说我吧？什么颜色的？什么样子？我已经关了，就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对，完了，这样可以吧？好了，好了，概念有道，概念有道，概念，概念有道。这可以，这可以，这绝对没有问题。王八蛋，我竟然知道这是什么？这有几个圈？画一个圈。这什么鬼啊？我画的很像现在上一家画的东西，但我完全不知道我在画什么。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这到底是什么？我到底画了什么？超还原上一家。就这样吧。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反正就画了。哎、欸，不会是有人跟我画一样的东西吧？是什么？那画不出来。哈！哇，这什么？这是很久以前的美漫吗？有这种东西吗？是什么？我只看到一团这样子的东西。什么鬼？如果这时候给他穿这个，会不会出事啊？什么事？什么事？就这样吧。不要亮那么快呀！不要亮那么快呀！到底在亮什么快？哎，哇！最后你们在棺材里了吗？最后已经有人放弃了吗？我刚刚是什么？我刚刚只看两种颜色的线。好诶、哦这个！出这个太棒了！好诶，我欠做了，我欠画好了。好嘞、欸，就这样吧。哇哦，哇哦，来了，我很期待。我看看棉花到底是什么。靠背啊！哦，那太难了吧！太帅了，老人啊！好人太小了。原来冰火九重天是你画的、啊。爆炸头。我知道，你一定跑去 Google， 侄子还可以骗，你是跑去 Google， 然后发现来不及了，能力呢？我刚不知道是哦，那什么烘会变成这样子啊？哎、欸，这只哦，很可小埋哦，我画的很可爱啊。为什么？为什么？我来不及画表情，我到你手上变这样，头发变色了。哎、欸，完蛋了，很危，完蛋了，它变成一个生物了。危，变哦。啊！变成喂哦！小埋变为你，到底是怎么样的变化？好、哦，你是画真的很棒，你真的很棒，你真的很棒，我看到天空了，我直接崩溃了！哇！我们是归零了吧？到这里好像还看得出来哦。我今天才发现是下一家哎、欸。这边我就看不出来了，我只知道是一坨，不知道什么东西。我看不出来是什么。那两种颜色的线，这个烘焦豆糕那个，对，一样一样的色系。颜色是烘焦豆啊，我知道了。Q B、哦、来不及啦、啊、，Q B 忘记要找谁了。没有，我把救回来，我把救回来。有吧？有救回来吧？小光那时候我还看得懂，还看得懂、哦，示意。他好像某种外星生物了。哦，画不完，一只眼睛可以吗？他眼睛有点恐怖哦，少涂了一颗，好可爱哦。欸、有哎、欸，好可爱哦。阿丁，哎、欸、有哎、欸，大家、欸、没有歪哎、欸，这一题，这一题竟然没有歪哎、欸，只要不是人的都不会歪。人外，大家都是受控。
哦，我想一下他是谁？我想一下啊，他是完蛋了的吧？完蛋了，他不是李帆啊！哦，他不是李帆的。我努力的还原上一家的东西，你看我画超像的。有有有有，你还帮我美化了，我会神作结尾啊！变成公孙日了。这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哎，他在我们每一局开每一局实况都会出现。等一下，这个女生是我要想一下，她是哪部动画？韩静同学啊，我没看，可恶，我竟然没看。可是我这张图有印象。嗯，这是哎哦，摇曳露营吗？对。哎，我是听不到你说话。我画到后面，这是真的。我画到后面，我以为是超能力。等一下啊，男角。对，我以为是男球，奇波男球，我以为是男球了。我你找图，好像是那个什么东西。我找图给你们，我找图给你们。为什么变这样子？长这样，对呀。有，我有看出来。如果说你说第一张的话，我有看出是摇曳露营，然后。第二章开始，他也太生无可恋了吧！突然变成像 baby 了，越来越，他越来越低配，他越来越低配。哦，好好笑啊，好爽！我还以为你也画那个我以为你画五妈那什么那个小埋，不是不是，最后那一张真是太好笑了啊！我们要继续那个继续动漫图。我觉得玩非人类的不错非人类是不是？就只要不是 人的造型的，不要画那种超难的人人外哦。啊，人外是有多人外？什么叫人外、啊？超难的人外，这样子很壮的兽人。Hollow Life 的所有人都不是人哦。哎，那就整个人，他你已经看不出他的那种人五官的那一种，就、啊、就他不是不是人。我上一次是画那个，突然漏壶。啊，他不是人哦，谢谢哦，被我画成火山队长那个。没问题，我们来画是那种感觉的。非我们来画非人类，非人类不是啊 ，Dio 是人啊 ，Dio 是人形啊，就是比较人形的那一种，不是人，不是人形的哦，可以有哎、欸、有哎、欸，好，全世界都画史莱姆，我决定了，我决定要画那个了，那个这个是全部英文的这一位，我看一下啊、哦，他说的那个我想画。所以刚刚天空龙是可以画的，如果以这一题来讲，天空龙可以，可是我们非人好巨神兵，我头好痛，巨神兵不要巨神兵，拜托不要抽奖，禁止游戏王卡，我决定出来，我决定了，我画这个 ，OK， 好，这边有个观众更狠，他说钢弹，哇，钢弹 ，No， 好，来开始，来，没问题。烦呢、欸，打咩打咩？我自己收了这张图，然后我不知道第一笔该从哪里画下去。我画什么、啊？等一下、哦，我都还没想好，我还没想好。真的假的？没事，没事，马上想，现场想。别 Google。巨神兵，我知道了。有点难画，但应该还可以。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让我画画看。嗯哦，看得出来的很厉害呢。等一下啊、哦，这上面应该是长这样子。哎呀！哎，等一下，歪歪的。哎，嗯，会不会这样就有人看得出来了？哦，嗯。看，才真的猜出来，好屌！哈呀！哎呦，我这边也是很多人都猜出来了，太猛了吧！对，这也是那个啊，哪里有洞？也太帅了吧！玩一个来玩，你的巨神兵吗？快了！哦哇！哎，我好害怕、哦、你的巨神兵，我也好害怕。谁敢去接你那一题？喵哈，只有喵哈可以吧？你也可以来接看我的。Nope，Nope nope,。你可以跟那个繁星 PK，
我可以不要再接喵号的吗？我来看看这个，像有像吗？有，很像，非常像。哎、欸、哎、欸，我现在才发现它图竟然有两个版本，我到底该画哪一个版本？一二三四五，为什么大家看得出我在画什么？你们好强哦！哇塞！一二，哎、欸，不对，这颜色好像在这里的。然后这个颜色。真的，它真的长这样。有，这个真的超可爱的，好喜欢它。我觉得我画的很可爱。我觉得我画的，我画的好恶心哦。我觉得我画的好可爱、哦。我画的很像。我唯一觉得画那个虫子的 VTuber 吧？不会吧？有这种东西太恶心了吧？然后、哦、你不知道？哇，有啊。有啦有啦，我看着门外偷做这个皮，傻眼，那个超屌的，那个皮，那个皮感觉超累的。看看怎么办？应该没有喜欢他的人吧？我可以在这里讲说很恶吧？哎哎、欸欸，搞不好有人喜欢、啊欸，你小心哦、喔！哇，怎么办？喜欢你现在画的人的人，不就被得罪了吗？看看呢？嗯，对、欸，哎呀。可以吧？大家给过吗？给过，给过。我看不到。哎、欸，我画到，我画完了，你竟然画完了。哎、欸，可是这再多东西就画坏了。是在，太棒了。它是在这边才。太棒。我应该还有时间再画那个东西出来，我应该有时间。Oh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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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建哦，对，内建音效包，内建音效包。啊、oh, fuck! Oh shit! Oh shit! 哦、oh. ，啊，还没上色。打咩打咩？看我这只颜色比较少。哎呀，也还好，我这只颜色很少。那大概有87分一样。哎呦！啊？什么 ？OK？ 窗户、啊、再偷画一个火锅在这里。窗户哪是蓝色？不是，不是啦，我没有画到窗户吧？我没有画到窗户。啊！完成了，完成了，完成，完成，完成！哇，好棒啊！好棒、啊！好，王八哇！看到我的人因为说，但是没有玩过这游戏的很亏、欸。哎、欸。耶、yeah, ！我很想知道其他人是怎么画他。耶、yeah ！他是游戏实况，这大家都知道。这个一定，这边在场的人绝对都知道的东西。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连海绵宝宝都不知道了、欸。不会，这个就算海绵宝宝不知道，至少会知道是他。我看到这是蓝星的，这是什么？我没有看过这个卡通哎、欸。怎么又是喵哈啦？这怎么啦？他的顺序怎么都是一样的呢？我扛不住啊！什么啊？扛不住啊！扛不住啊！扛不住，画工超强的那种啊！看看啊，这什么东西啊？糟了，我没有印象哎、欸！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我再画一只鸟。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有人说他知道哇，哈？什么？有人跟我说是那个人养的猫，哈？谁知道他有养猫啊？哎，对，哎，真的是长这样子啊！看这个东西，这绝对是鸟鸟的。这个动画里面最恶的人呢、欸？就我了，很难呢、欸。我猜是鸟鸟画鸟鸟。好，猜都猜。里面是这个哦，完蛋了。因为有这个东西的，应该就只有鸟鸟知道吧。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好了，就这样吧，应该是哦哦哦，是完了，我被他画他嘴巴，干，完蛋了，我没有预想到我不会画他嘴巴。哎呀，老塞老塞老塞，该就这样吧。对对对对对对，哇，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是他养的猫。你怎么看得出来？好可怕，这是什么恶心的东西啊！救我！救我！他变米蒂了！救我！我的眼睛应该要用那个米蒂了。
他变成迷掉哦，炸爆炸爆！这个是动物，我怎么画出这个？这个炸爆！幸好我没有走过这条线。等一下啊，头发。哪这个什么分？完了，忘记我刚看到了什么，忘记我看到了。我忘记了。随便啦，就这样子吧。我要把神韵画到就好，这个很难画。神韵，神韵，神韵画到。这什么啦？神韵，神韵。这个是什么？就算瞎了，你跟我说他的名字。有人猜得出来刚刚他画的是什么吗？来不及了。有人跟我说好像是那个东西，那也太难了吧！好废哦，我好废哦，我来不及。这是什么？啊，我知道这个，可是我不太会画这个，哎，应该说我没有看过这个。啊啊啊！不行，我要复制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哎，颜色好像不一样，糟了。换他，另外一个啊，这样对吗？大家安安，完蛋了！画 Hololive， 我数啊 ，Hololive， 我数，绝对歪在我这里，谢谢各位。一定是歪在我这里，每一个都在歪啊，就歪在我这里了。刚刚画过了吧？这是什么？我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请问这是陕西的三国学长吗？为什么有两条菜头？好了，我好了，我知道是什么，我刚刚看得出来是什么，可是这颜色的吗？关了就忘记要画什么了。我说这是什么？可是我画不好，我的时间太少了。哇，你还有怎么？怎么又画成这样了？我知道他想画什么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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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是那个吗？是吧？应该是吧。感觉他是想要画那个啊，这样子。哎、欸，小，好了。哎、欸，可以了，来吧，我来看看。我恨苗哈。I hate you。我撒回啦。还好，不就还好。三回啦！这三拳，哎、欸，不剧透吧？剧透吧？剧透？剧透啊！他这没有剧啊，没有剧啊！剧，他变化的颜色，怎么变化一菜？怎么变化一菜啦？不是、啊，我要贴三国学长给你们看，三国学长。这是闪电十一人的三国学长，他头就长这样。哦、oh, ，我画的很可爱吧？我没有画到这个，我也没有画到。啊，你没有画到那个？为什么？我知道他变成什么了？他变米蒂了？怎么变成普通的天竺鼠了？哦不，怎么变成其他的老鼠了？人不见了。等一下，已经完全没有魂了。我的西罗伯啊！我的西罗伯，西罗伯，哦哦，好了，反正好了啦，好了啦，好了啦，超大杯，哇，超战斗宝兽都来了，犀牛兽，犀牛兽，你变 Q B 了，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只叠了两面墙，对，为什么还有两条？我也是，我原本那只皮卡丘，废话死，突然变成其他生物。我知道这個、哦，是优奈画的，我知道猫咪，喵喵，这什么猫咪？阿狂，我忘记要用图的。哎、欸，哎呦，奈武，哎、欸，这是吗？哎、欸，对吧？哎、欸，为什么？等一下，后面下面那个还是猫吗？是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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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一度好像变狗了。得得得得得得得，大家好好。我有猜出来。哦，欸、这个画的好可爱啊！
对，到这里了。还有声音还在，只能画神韵了，只能画神韵了，只能画神韵了，来不及了，画出来了，还在，声音还在，神韵还在，你要画他愤怒的那颗蓝色眼睛。有我看出来，我有看出来，我看不出来啊，我有看出来。得了得得，画什么？要得得了得了，哎，这是巧达，巧达，我有看出巧达，可是我怎么觉得巧达是灰色的？可是巧达紫的，是紫的。Oh shit！ 完蛋了，可是在我这里完蛋了，好像出了一点状况，对不起啊。变什么了？这是什么？没有，我忘记他表情了啦。他是巧达，我看他是巧达。你还知道他是巧达啊？太扯了吧！对，哇！所以繁星也知道那是巧达。我知道是巧达、啊，时间不够啊。这么搞、啊？哎、欸，我画完之后才想到，哎、欸，这我画的好像巧达，是巧达吗？哇！就是巧达，我画的说，嗯，哦，巧达、欸，哎，厉害了。我来画个人类吧，画人类。我们来画三次元吧。三次元太难了吧？太难了吧？那我们画二次元的，只能画女生。女生只能画女的，母的算女生吧？要人形。哦，性别女，性别女。我们来看观众有没有女的。女的二次元的角色，二次元哦，不我才刚画过哎、欸，不限女，我看一下我的公主连接，公主连接猜不到了，白痴啊！为什么？我来看一下，我来看观众有没有什么要我们及时哦，那是男的啦，白痴啊！我跟你讲、哦，男的干嘛？他叫你写那个，没有他说龙泽男姑娘，那是男的啦。来找一个超复古的东西哦！啊，我知道了，欸、希望小光抢到我的题目。我对，哎呦，欸、我想要画那个，我想要画这个。好，我来画画看。我洗完的时候记得想打叉叉。健康。我来画这个看看好了。哎，怎么会跑出连一个月都出来？等一下，按到，为什么我复制会跑出那个会员多久的那个会跑出来？好，我决定要画这个，我来查一下它长什么样子。还是有别的女生可以画？可以。现在突然想讲女生，我先想不到。不行啦，大家不能画这种啊，他们都不记得啊，只有我记得啊。啊？只有我会死亡轮回，他们都不记得的啦，他们被吃掉了。我要画那个版本，我记得有一个版本。画这个不管。你要画版本吗？版本是男的哦。哦，不是画版本，不是画版本，画版本都是男的。你们都找到图了吗？我找到图了吗？我、哦、这个好难画哦。我为什么？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我不行哎，我觉得我很难呈现它哎。这好难哦，对不起，我觉得那题我放弃了。我可以画艾莉吗？艾莉是谁啊？鬼妇的。喂。喂，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等一下，我想一下啊。我决定了，我决定要画那个了。啊，有些人出的都太大众了。我看看，画我自己，我是男的啦。我是男，哎、欸，不对，不你有女版的、啊？哦，对，不要，不行，我才不要画自己呢。哼，我来看看。我觉得这个画下去，只有小光 get 到，可恶。真的吗？有这种事情，搞不好阿静知道啊。哎、欸，好，那我画。搞不好阿静，我相信阿静，我相信阿静。哎、欸，也、欸、不是，我永远都吃到那个妙花下一半的。我一直吃到那个繁星的。你们可以把我重进，那我们可以把妙花、啊、放在房主，然后我们全部重进，好不好？好啊，我快不行了。这点哪一个？我真的要放妙花了，我真的受不了。点返回就好吗？返回吗？还是点哪一个？返回加入就好。我反悔了，你要想，你可能也会抽到我的、欸。我没得反，不能在这里啊！大家都出来，大家都出来。我出来了，我出来，啊、出来，出来。然后嘞，都出来，然后剩喵花在里面就好了。有吗？喵花，你这样有吗？没有，现在优奈跟阿静还在里面。哎、欸，我重进了，重进了。哦，好。好，那我进去了。啊，小宝进去了。阿总，哦，三个优奈，没有感受到哎、欸。我看到三个鸽子哎、欸。我看到三个优奈。
哪有？我只有一个。这边看是正常的，我这边看正常，正常的，不管了，不管了。没有玩家十一个，玩家十个正常吗？玩家十个、欸，我觉得我作死哎、欸，好了好了，不然就好了，我就画我刚说的那一张好了，就决定了。不要画，你看 ，Disco。好，我看。我看看。好多鸽子。鸽子暴增哦，好多鸟鸟啊。我把它调成十名玩家，鸽子会下去吗？没有啊，没有哎、欸。对啊，好多鸽子，好多鸽子、哦，满满的鸽子。好鸽子，那我就开始喽。有人图还没找好吗？哎、欸，我们家怎么变七个？为什么？好了，就这样子吧，就这样子吧，就试试看。野姑是我哭啦！我，嗯，野姑是哭啦、啊！不玩了，不玩了，一不做二不休。啊，太好看！一不做二不休，听起来很像你要做坏坏事了。不会啦，我才没有做坏坏事呢。好，这张了。这样吧，看得出来的就厉害了，好不好？我真的作死了，谢谢各位。哎呀，脸好难画、啊。我也在做事，希望我可以把它画的错。完蛋了，这样子我看得出来。我只说希望，我也希望我画的好。Oh my god！ 我在画谁啦？这是谁？画了一个提示，我怕他。嘿、hey, ，提示啊！哦、我写在上面嘛。要写字啦、哦、啊！你要啊，你要写字哦。不要写字啊！我先写给观众看，先写给观众看。观众看得出来，我就厉害了，好不好？我觉得这一题真的超难画的。我刚看了一下他的图，每一张是可以画得起来的。管，我想放大。就这样，就这样，你好了，还没快好了。等一下 ，Oh my god！ 哎呀哎呀，画的好像太出来了。头发是重点，我要把头发画出来。都躲在，都在，都躲在。这个东西应该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了啦，没事啊，没事。很多东西小朋友都不知道，到底是多久了？蛮久的哦，这还真有点久。这还真有点久。这年代有看过这个的，现在应该要跟我们同岁了吧？结婚了是不是？还没到结婚啦，还没到结婚啦，就是他的 OP 是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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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啊，不是那一部，不是那一部，那部还没有到很久，普通酒而已，普通酒，普通酒。我这部的音乐怎么哼啊？我想一下，忘记了这首他音乐，音乐有点难哼哦，完蛋了。你们是巴拉巴巴巴 ，I'm not today， 不是？怎么可能？哎呦，有人出来，有人出来，有人猜到了。巴拉巴巴里面的角色，观众中有人出猜到了，就只能画大嘴姐姐、大鸟姐姐、大嘴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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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我画的好棒哦！哇，我画的好。好笨哦！我画的好笨哦！哎、欸，有吧？有吧？这个我不管了啦，像那我画好了啦，特别。等一下啊、哦，想一下这个，大家一定可以明白我的。哦，这是颜色要淡一点的。哎、欸，我好想放大哦！真的，就这样，就这样，好崩溃啊！真的好好放大哦，东西完了，画不完，画不掉，没要，没要维啦，先把它擦掉。要这样，
这样应该就懂了，这样应该就懂了，能懂的人就懂了，好不好？能懂就能懂了，好不好？手上要拿，拿这个，这真的好像只有看过的人拿到这一题才大概猜得出来。我画太烂了，我好烂哦，很强，我是个废物，没有人爱我。我也画得蛮烂的，我的也是。没有人爱我，没有人看得懂我这是什么吧？没有人爱我啊！观众看得出来吗？观众看得出来吗？来不及了，加这个大就看得出来是谁了吗？来不及，没有人爱我。哦，是谁？我吗？我要祝小光，你拿到了吗？画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我不知道我拿的是不是你的、欸？可是我这个我一看就知道是谁，可是不是重点，我不行了啦！你又画到谁了吗？为什么我又是这个？为什么我又是这么难的？重点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呈现出来。我宕机耶！哎、欸，其实严格来说，这个不算女的呢。哪一个不算女的？等一下，你抽到谁的？要不来得及吗？等一下，我要靠观众给答案，我才能去找、欸。你现在开始哭还来得及吗？可以。哦，对，还有个重点，这个我观众都已经出画猜出来了，然后再亮点的，啊，画怎么画？我不管的啦，糟糕，我要用撇的，我不管。他跳转是什么？啊、这超难的、欸啊，头发好难的这个是什么？你有看过这个动画？那我画好烂了、啊。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应该看得出来吧？这个好了，应该可以啦，可以啦。拜托看出来哦，拜托给我看出来哦。头发是，好像不是的啦，这个是什么？我神有道啊，我神有道，表情不会画而已。这是什么东西？我知道喵，这是喵画画的，应该不是吧？哦，是这样吗？哦哦，哇哦，哇哇哇哇！我居然知道它是什么了，可是哦，上面有一点酱汁，要吗？哇塞，先画出来，先画神韵出来。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眼睛是红色的，我记得眼睛是红色的。眼睛应该有还原上一家。这个是谁？我不知道。然后头的。来不及。然后再画那三个。这样子吧。我来不及 Google 了。来不及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那就照着画就对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好可爱啊！我知道是什么了。这可是。可是我怎么画它？红色是什么？红色是什么？这啊呀！嘎！这个研究专家不是女角吗？好，抄袭，跨步，完蛋了！真的是长这样子的吗？我明明知道它是什么，可是我画不出来。放弃了，我只能这样子了，这样应该就可以出来了吧？啊！看、啊，哎呀，这是什么？哦、啊，我知道，好可爱哦！可是我全忘记了，靠，会坏掉哦，在我手上会坏掉。完蛋了，这在我手上会坏掉啊！再见了，这是什么？再见了。完蛋了，这在我手上会坏掉。动漫吗？我在换游戏网卡，笑死。哈哎，怎么还有？这是什么？这不是女的了吧？这已经变成那个了吧？哪路头了吧？等一下，怎么会有哪路头乱路啊？哎，他刚刚是什么？绿的吗？怎么办？我也没有看过这个，怎么办？什么鬼？是什么？这样子吗？哪里？你呢？你怎么都全部都没看过？我来看一下，
两个喵，两个喵花哎、欸，哦，好厉害！我怎么又是我开了、欸？他们有那么多时间吗？没有，这个没歪，这个没歪，我后面有画到。为什么阿吉还在下一家？有吧？我画了之后，有有有，你那根出来就对了。那根出来就对了，你没有把人画出来啊！你没有把人画出来，那根出来就对了。人已经不见了，人已经不见了，人已经不需要了吗？哎、欸，我房间坏掉了、欸，房间坏掉了，不过没关系，还是看得到，只是觉得。哎、欸，你知道我刚才想说，我是不是又抽到繁星？因为我不，我刚不太确定、欸，哎，是他内定了，好可爱哦！哇哇哇！可是之前都会乱码、欸，为什么这次这么固定啊？到后面的头发不对了呢。这边还行，这边还行，但到后面头发不太对了呢。都又在头发直接变哪里头了？变短了，变短了，变回来了。术式解除了。健身失败。哇，健身失败变回来了。少女狼拿狼头。啊、哦，我知道是少女。对哦，阿金知道。好难画哦。超深度，你是妖狐与仆还是哪一部？高分少女，高分少女啊！你要高分少女啊！我扁你，高分少女，我有看，我有看高分少女，怎么变这样子？这你自己画，你还自己说？高分少女啊，放飞喽！高分少女、啊、变成乱分少女喽！乱分少女，哇、欸，好可爱啊、哦、Lucia。我怎么没有画到 Lucy 呀、啊？为什么他嘴巴看起来好像很无奈？有吧，有吧，还是有吧，有吧。对不起，哎、欸、等一下，不够了。No way, no way。等一下，怎么变鸟鸟了？变我了？怎么变鸟了？太瞎了，什么？为什么都眼睛看起来？喂，我的是。请问有人看得出来吗？什么、啊？夏娜，哎、欸，看得出来，哇！为什么？啊、我知道我后面画那个为什么是这样了。是油漆的油漆桶乱撒。都变成那个羊头老师，我看不懂又。种族换了，怎么变成穷啦？哦，有有哦，我哦，我画错边了，错边错边错边分错，把分错边了，不好意思啊。还是 Gramo。哎、欸，等一下，好像喵他没有意会到是什么。换角色了，换角色了，换角色了，换角色了。至少背景全黑是有继承到啦，为什么看起来特别恐怖啊？我被吓到了。哦，背景不见了。真的啦，怎么拉姆变成这样子？拉姆怎么看起来越来越菜渣了？哦不，哦哦不行，我的喉咙，哦哦，救命！我要喝水、哦、好累啊、哦、我们关房间换一个房间好啊，换一个房间，这房间中毒了，这房间有鬼啊，这房间有鬼啊，我这房间我都一直画喵哈的，我快数了啊，我根本扛不住啊，我一直在画繁星的，我快扛不住了、啊、我来看看啊，还有题目吗？我跟你讲，题目 这种东西是在这游戏是完全不用担心的。离开，不用，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简单。所以我们要等喵哈丢新的房间。哦，就要用新的房间，那要先全部人都离开。有，我们都离啊。那那个优奈帮我离一下。我要离。开，我出道很简单。优奈，你出道很简单。优奈，哎、对，好像可以画那个、欸。不行啦，那个有点难画。哎呦喂，他是直接跑到这一页。哎呦喂，哎，趁机发广告。哎，还有这边不要看广告、哦，各位朋友，猝不及防。那我也要趁机发广告，按。那我也要偷发广告。猝不及防，我已经丢了。
丢丢的，钉的，丢丢丢丢丢。Arda Arda Rashi， 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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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哒哒哒，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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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丢丢。哎哎哎哎哎，有了，有新的了，等我一下啊、哦。嘿，豆，不要丢广告是不是？不用。啊，丢一下啦。打不赢他就要成为对方啊。直播没能赚几毛、哦、算了。是没关系啦，丢一下也好啦。来吧，没吃到没关系。那请不要再瞄他下去。我想想要画啥、啊？你有没有在下面？现在是男生啊，直接打下来不就好吗？男生哦，男生哦，男生，男生哦，好来，男生哦，我想一下，各位有没有想要我画什么男生？阿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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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福画出来会变女生吧？你要离开。等一下，我去关窗户，下雨了。好啊，有下雨哦。台湾为什么不下、欸、台中已经没救了，我已经下过了。台中为什么不下雨了？台中已经没救了吧？台南下个雨吧，拜托，台南缺水、欸、虽然说缺水，可是我们到这现在目前还没，我这边还没有被那个、欸、台中越停越久了，我们还没有被停水，目前我这边你们只有被停电而已。对，我只有被停电。我看一下哦，哇，真的有人叫我画阿福、啊，不可能。哈，我想一下哦，哪一个？哎、欸，等一下，魔妹的那个可以。啊、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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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我知道，我知道了。You know 魔妹那个可以。我已经想好要画什么了，我也知道。我想好要画什么了，我一画大家就知道了。我要画魔妹的那个的谁啊？我想一下。好了，我看，你看啊，男生啊，我要画、啊、男生。直接画主客博出来，我查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啊、哦？我知道了，我画那个 ，OK， 我想好了，简简单单啦、啊，单单简简啦 啊、嗯！会不会改这个名字之后跑到再繁星下家？我直接先把名字都改更长一点。我已经想好了，等我一下，只想再优那下家就好了。等下，我不能改名字啊！算了算了。算了，我知道我要画这个。那、啊、你们都找好图了吗？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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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了，再次。史莱姆画过了，不行了。我来看看他这个头要怎么呈现哦。应该是这样吧。这只角色超好认的、欸。OK。哎，我是听不到你们声音，听到，听到，没事，没事，听到，只是没讲话，我只是没讲话，吓死我了，差点就关掉我的麦克风，再重开进来。哦，的，哈雅苦，哦，我现在画太大了，我觉得我等下画出来会变王雷，应该不会吧？王雷，你要画？我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只要画这个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要画什么了吧？应该这样子吧。我对不起我的朋友，对不起你的朋友，为什么？是太简单了。我看看啊、哦，这样子吧。怕吧？这超简单的呢。懂了哈。这超简单的呢。简单的题目。明明就没有懂。你看错我在画谁吧？简单的题目。各位看出来了吗？傻小，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懂你为什么你在跳出来。我觉得让大家快乐一点，画完了啊，是哟，够快乐，还是在我们下家好了啦。你过太开心，开心了。对啊，你过得好开心哦。我让大家快乐一点画也不行，你要我痛苦一点也不行，到底要我怎样？你还是痛苦点吧。一代你要扛起了，一代你要扛起了，行啦，天使。所以你要扛几楼？虽然扛51楼啊，可以哦。哎、欸，好了，我的差不多了，我的也差不多了啊！我眼睛都还没开始画，
眼睛都还没开始画，你到底是想画什么神奇的？我看一下，不要再出现什么惊人作品了。你知道接到那种高超作品，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画它。高潮作品，高潮作品，高潮作品。OK， 我这里已经完成了。我好像跳到一个眼睛很麻烦的角色。Yeah， 你要写一个一。写的眼睛很麻烦。很多人眼睛都很麻烦，因为看得出来我在画谁，好像有点意境啊，意境有没有？各位，我没有时间在雕他。我觉得我画的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哦，很棒，很棒，有没有？一眼就看出来啦，是有啦。毛毛说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套画旁边，我旁边画一个女生好了。让毛毛来看我的，他一眼都看出来，是吗？你去看鸟鸟的，先不要了。哈哈哈哈哈！等下没看不到就尴尬了。我看看啊，把我的这个女生给她画出来。你要离开？干你娘鸡掰破！哇！我只是说要离开而已。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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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画画不跑出去了，没有了。哦哦，我说我只想离开，为什么你这么凶呢？我很和善。真的吗？真的，我非常和善，非常 fucking 和善 ，fucking 和善，对不对 ？fucking 和善，真的 ，fucking 真的，有吧？各位，我看得出来我这惊人作品吗？不对，等一下，他的头发是长怎样？忘记了。哦、oh, ，这边有个这样子吧。还没，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有机会把它画出来。不行啦，不行，不行啦，不行。如果我又画到，你就捐立起，立起啦！你要怎样？我不能怎么样啊？就捐100块，就够说了。被阿静封锁。哦，有了。这样应该可以吧？好、哦，好小啊，好想放大镜啊！耶、yeah! ，easy game， 超厉害，有没有？准备好，我准备好，就很老，这还好吧？我准备好了。他看起来有股臭味，什么臭味？有臭味是不是？啊耶！我画好了，耶、yeah! 嗯！我来不及耶。What the fuck？ 我不知道了，我中标了，干！我中标了，我操！快点再现人，就感觉秒啊！我操！我终于，我终于太惨了吧！我终于听懂他，我终于听懂他刚刚说什么。我还没画好眼睛这句话，那眼睛真的很麻烦哦。各位注意啊！是出什么题目？眼睛动漫还是男生呢？叫声也太惨了吧，纳尼！刚是那个二次元女生，这是二次元男生啊。哦，好，我知道这一题原因了。注意眼睛，好不好？你是男生吗？我只有画男生的。请注意眼睛啊，各位。哦，是红色的。哦，谢谢谢谢你帮我查到，不然我已经忘记它颜色是什么。我刚光惊吓就来不及了，我根本来不及去记起来喵他刚画了什么。我只知道我看了什么东西。我就画这样，大家应该就知道了。我记得我这个应该这个是他的神韵，这棵圣诞树，圣诞树，我来得及吗？我来得及吗？我来得及吗？来得及吗？来得及吗？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你要来得及，等一下，我要来得及。最好是又剧透了，喵他又在剧透了，没有，喵他又剧透了，是不是？对吧？又剧透了，都完结那么久了，人家动画还没完结，动画只会看动画的，真的不够格。我只会看动画。不要回啦，不要回啦，来不及了啦，随便啦，就这样啦，好恐怖哦、喔，就长得好恐怖。没事，我应该画一张。这会收到会觉得很惊恐吗？啊，我知道这个我会。傻小了，救命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作品跑出来啦？有人抽到我的圣诞树了吗？是圣诞树吗？不是。
我的没有抽到。你说三个颜色的圣诞树啊？是是是是是，有，我感受到，我正在努力的还原它，有点难还原。什么话、啊？忘记了？我觉得好像是那只角色哎、欸，忘记了，这样子吧。这边是，它是有点偏，应该是这样吧。长这样子吧 ，OK， 我画好了，这什么鬼？哦，哇，哇这是二次元吗？这是三次元吧？等一下，这是三次元吧？这东西跟其他蒂娜很像，我觉得我学模仿的很像，可是我不会画它。哎呀，你快点帮我找，快点，我来不及了，我忘记它的那个长成什么样子了，快点，快点，来不及了。等一下，这是二次元吧？我来不及，我来不及了，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这个是一个灾难。Yes， 这个是鬼，可以告诉我暴雷？我怎么看到已经完全不是人的东西了？这是什么暴雷？跟人有关吗？这是什么鬼？什么？你又知道是什么了？完了，我好想看喵花这第一章哦。喵花第一章真的是，他竟然有传承到这么后面了。我动画看太少了啦。我不知道，这不是人吧？我到底看了什么？哎、完了，画不掉。哎、欸，这是鼻涕虫。这作品，这是那个吧？算了。是，我想一下啊、哦。哇，糟了，照着画。他应该有这一个在点上吧？应该是长这样吧。来不及，我来不及，我来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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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I don't get it. I don't get it. 来不及。好，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见证章到底是长这样子啦。好恐怖啊！请问是其他蒂娜吗？我怎么画啊？是是是，其他蒂娜。哦。有哎、欸，大家都没歪，大家都没歪，好不好？我看到只剩下这个眼睛了。这眼睛是怎样？这样算没歪吧？这样算没歪吧？这样算没歪吧？妈妈，扛住了，有扛住啊，扛住了，扛住了。这像是神通是不是？对，我还没看过。我还看得住，我还看得住。为什么那根棍子变成石头了？哈哈哈哈哈哈！吉诺猛男，他变好壮哦！吉诺猛男，等一下，可至少他箭头有传下去，他箭头有传下去。箭头有点重要，箭头很重要，箭头非常重要。好猛哦！什么都可以错，就箭头不能错。对，箭头不能错。到时候真的只剩箭头。哎、欸，对我猜测。Jinjin，R Jinjin。可是这是后面很难画。他哦，忘记画眼镜。我看到这个，我讲啊，糟了，我要画什么？我眼睛画不完，眼睛画到头上去了。哎、欸，我不是有涂到黄色，奇怪。没事没事，有人帮你补上来。可能没有收，最后一秒没收笔，他不算。有吧？有吧有有有有有有有过，就是眼镜没出来而已。可以复活了，复活了。画什么？我啊、哦！我来看一下。Yugi， 哇 ！Yugi，Yugi， 圣诞树。我有想到是这一只，可是我的也在画圣诞树。颜色不一样吧？哦、完了，我画错了，对不起。颜色画错了。我看到第一张就开始念黄黑红，又要变成严肃了啦！我来不及了啦！不对、欸，不对了啦！乱讲，怎么变粉红色了？听感觉又怪怪的、欸。好像哪里怪怪？哪里怪怪的？然后看看，天空、欸，天空啊！食神天空。哎、欸，有啦，有了，有啦！那个冲出来就对了，那个冲一定要出来。对，喂，上面怎么了？不会吧？没收笔，没收笔。哦、oh, ，有哎、欸，哇，哎、欸、有哎、欸，我们没有歪耶、欸。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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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老爹，赶紧帮我变回来！我来不及啊，我来不及啊，对不起啊，我对不起老爹啊！老爹，我想说什么水滴鱼？来不及，不然花的已经变水滴鱼了。No， 老爹，边边，Oh no， 变成水滴鱼。我看到老爹我都愣住了，忘记颜色怎么摆了。哦，我们要再画个什么呢？我来想想看，该画个迷音哦。你确定要画迷音是不是？迷音，迷音哦。哎，这算迷音吗？我看一下，我来找一下我的迷音图库。哎，这算迷音吗？鸟鸟的迷音图库好像好多。你找 Google 找得到的吗？还可以求救。你应该不管台湾或者是外国都可以，对不对？应该基本上看得懂，就看大家看到这张图会有印象就可以了吧？还是有声音的图 啊？我已经想好了，我已经想好了。我找一下有什么可以玩。我找到一个很猛，这我的下一家会很轻松。我找到了我的下一家，我不知道会不会轻松啦，反正我会画这个。我找到，来吧，找到，等一下啦，好了。要不要你慢慢来？我画这个，我看一下哦，应该是长这样子吧。我要画哪一张比较好？这张比较明。我问毛毛，你看这三张，一二三，哪一张比较明显？这张是说画我自己了，不行啊，欸、我被 DC 霸凌。对，嗯，对，有了，我回来了。我这张不用上色，可以，我们。准备好了吗？哦，各位朋友，这张算吗？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画这张哦。好了，我画这张。来，这个要怎么画出来？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哦。可以吧？我试试看。OK 哦 ，OK 哦，好，我画这张。OK， 我好了。都找好了吗？准备好了，那我就按喽。好。就是我下一家很轻松啊，真的。会撞题啊？不会，应该不会，因为他严格来说有一点，应该算迷因吗？也是有一点微妙。放梗图。梗图也可以啊。梗图，量子纠缠。量子纠缠。量子纠缠难画哦。量子纠团吗？量子纠团。不行，快确诊！不要，我手在抖。等一下，应该这样子可以吧？有人猜得出来吗？哎呦，这个，我来看一下啊。这个手势是一定要出来，真的手势一定要出来，手势很重要，手势很重要。这东西很灵魂啊，对，灵魂，什么都可以错，手势呢不能错的，是加藤鹰之手，没有错的，好，一定帮你传承下去，谢谢你。要好好传承下去。原来已经看出来了，是不是？还不错、哦，哎呦，各位，明白哦，各位的这个联想能力挺强的哦。应该这样，把取掉，取前质量啊！哎、欸，很久没听到取前质量这句话，取前质量。哇，那是哇，我没有听过啊，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东西。什么是取前质量啊？不知道。屁啦，屁不啦，屁啦，屁啦。等一下啊，图的颜色，
颜色，颜色，呀呀呀 ，scare， 我觉得我把 scare 啦 ，sc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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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觉得我把 scare， 哦，恐同，哦，哦，喂，哦，为什么？谁说？画完了，时间剩一半了，我要画重要的地方了，我要画重要的地方。What the fuck？ 那有87分。完蛋了！嗯，为什么？天好！哎呦，好多人都知道了，好多人都知道了，可以啊，你们很棒。我想一下，这边的手指要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你看这是什么吧？可以吧？这样子。The girl， 哎呀，这边的颜色是不是再更深一点，偏蓝一点 ？OK， 有了，头发金色的要画出来。有吧？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这个。可以，我觉得做得很好。我觉得跟图画的让我很快乐。下大雨了，我觉得我喜欢。Like、跟图好笑。哎、欸，我还有机会吗？哎呀，我还有机会，继续画一下。OK。成功，完整。这个手，这手这样就可以了。对，还有那个，还有那个。我现在画完这张图，静置在这里，好像是真的故意放一张图在这的感觉。对，哦，刚好这个，好这个，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好哎、欸，手势很重要，真的，手势很重要，手势很重要，完美。哎呦，你不会跟我画同样的东西吧？好不好？完美，完美，完蛋，不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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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好哎、欸、，Oh shit！ 哇哇，这手势，哇，这什么鬼啊？名字可以告诉我吗？等一下，我要 Google 还是要关键字？哇，怎么办？这个我画得出来吗？你抄我的、啊？你是有戴口罩的那个吗？关键字。哇，手势很重要吧？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十四梗，这是最近的吗？最近的啊。Oh shit！ 我最近没什么跟到十四，可恶。这长这样子吧？应该是吧？挖到一个，我有一个他的一千片拼图，我完全不想去碰的东西。一千片拼图。小光你要吗？我可以寄给你拿去拍片哦。不要，不要，什么东西我才不要，听起来好恐怖哦。OK， 这个是什么梗图？有了，手势有手势出来了，应该就这样吧。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画对了。发色重要，可以成功。我要精美的呈现这个梗图的烂画质。我刚拍不到。可以啦，手势很重要，有够强。耶耶，那应该没有人跟我撞到同一题。巴拉巴巴巴，神韵吧，画不太来不及了。哇，等一下，这个，我想一下啊。我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这是什么。吼吼吼，抓到了，抓到了。什么梗图？我来得及吗？不看太少。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哎，哇，这个怎么这是梗图啊？
这个有点难。日，我时间到了，来不及了。这个我觉得来不及，这个、字太难写了。哇，要对了、哇！先画重要的东西，先画重要的东西。哇，我已经看不出来是什么了。这头发超难画。他手干嘛？头发怎么画出来啦？等一下，这头发怎么画出来啦？啊！啊啊！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啊！啊！卡梅德啊！去你呀！很重要，底图很重要，底图很重要。哦，知道了，这是那个吧？啊，这到底是什么啦？什么？我31岁画那个很合理。哦哦哇哇！啊，随便啦，就这样啦，就这样啦，来不及啦，来不及啦！啊，我没写，我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我知道这是什么，是张小。哎，我记得他是放在左边的手，哎，右他的右手，那、啊、算了，错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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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做了，就这样吧，做了。哎呀！早安，你好，订阅喵啊，认同请分享，我不分享。你知道我停在那个画面超完，来不及写完了，来不及写早安。哈哈哈哈哈！我到后面没有字了呢，我到后面没有字了呢，来不及写字了，根本没时间写字啊！变成像右下角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一样，不是都莲花了一样，百变怪。你看一下鸽子画了什么？戴口罩，很强哎、欸，好猛哦！哇！我看看，为什么上面就有个桌子 ？get 得到啊，大家都 get 得到。头发直接不见了。结果本来是白色口罩、欸，哎，被我画成绿色口罩了。我来看看，好难啊！我不知道 Piccola 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才知道这头很难画，这个头很难画。就你，那头很难画，你还要反省救？谢谢你，耶、yeah! ！反省救我，你把小光那一张拿掉都没问题。你在干嘛？上不了车，来不及。Doge， 好可爱啊 ！Doge。我又在翻新的下一间、嗯、狗狗币，狗狗币，好可爱啊！后面开始，哎、欸，那有人要这个的一千片片图拼图？我不要，来不及啊！我也来不及了，你来直接变黄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直接变黄色的，哦，我的。是这张下班好吗？哎、欸，我时间真的哦，我知道了。我觉得我画的不错啊，我要画他另外一个版本啊，那个的、哦。对对，大家有 get 到是同一个人呢、欸？没有，没有，没有，他只是画金毛而已。没有，不，我以为有 get 到，没有，变帽子了 ，no。太黄帽喽！黄帽帽，我不知道。阿金画什么？好、哦、屌的哦！这个有有有有鸽子吗？这可以发现吗？有啦有有有 get 到 get 到！啊，是有拿错手了，是不是？抱歉，抱歉，我完全没拿哎、欸。
重点是完全没奶。鸽子，喵哈有，喵哈有补出来，哦有有有有。Oof。大家都懂，大家都懂。因为那个图真的太常见了，太好笑了吧？哦，柯P的很新哦，柯P我还没有 get 到，没有吗？我找图给你。嗯，笑。你们敢不敢来画那个 YouTuber？ 哦，干！我要画那种已经消失了吗？我刚画过了，我刚画过了。对你刚哎，对你刚画过哎，我来一提有名的人吗？演员或者是 VTuber YouTuber 都可以，有名的人。哎，小光，你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颜色错了，完了要被出征了。颜色，所以他是真的比中指哦，真的、啊，真的、啊。他为什么要比中指啊？数一二三呢，对吧、啊？他数一二三呢，他数一二三，一二三，嘿，二三，原来是这个，我知道了。所以是知名人物就可以吗？知名人物，对啊，就算你要换 Amy 旅游，我也是 OK。好、哦，那知名人物想一下，哦、等一下，知名人物，人就好了吗？人就好，人就好。我想一下要画谁？现实有的，现实有的人。哦，他说要画人呢、欸，各位朋友。画人吗？画人，知名人物。知名人物。等一下，我先想一下。画我靠，没自肥哦。人物吗？他不存在。悠代的声音好空灵啊！好空灵，声音完全不见了。我看看哦，有谁可以画 ？VTuber 算知名人物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画这个哦。好啦，你们画他们的，你们画他们二次元形象也可以啦，好不好？可是是要画现实存在。我觉得画这个。我要画这个，等一下啊、哦，那个字怎么打出来？不要画新演员了，会被烧掉了。我要画新演员呢，被你讲完我不敢画了。我本来要画新演员，我在查新演员呢啊。那我们再画别的，我再想一个，我再想一个。好、啊，我知道，等一下。嗯，知名人物，真的，知名人物 ，YouTube 也可以。要知名哦，要知名的人物哦。知名吗？哎，这个好像可以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嗯，画这可以吧？第一个时间够，第一个时间够，这个好像可以哦。等一下哦，这个是二，然后前一个是一，大家选一或二。我想好了，我那个自然星的那个自然星又来了，又让我看到自然星的，我又想画自然星的。好，我想好了，可是这一题我如果画这个，感觉好像在画命梗哦。好 ，OK， 决定了，我决定好了。我已经决定好了，还是画这一只，还是画这一只。已经决定好了，我没有问题，我好了，其他人那我按下去咯。好，我在害怕了。好，来吧，来吧。你要先这样，然后这个人的脸要先画出来。算了，看不到，有点难哎、欸，这个知名人物有。这个要拿出来，有没有画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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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是什么 ？Never gonna give you up。怎么突然没有 get 到？啊，你没听过这首？有吧？只是我可能是鸟鸟哼的，没有。哦，好重伤哦！哦，我心好痛哦，我好难过，我要绝交。不要啦，没有啦，你哼得很好啦，哼得很棒，很棒，哼得很棒。我觉得我在画的不是那个，
等一下，你看，嗯，这个，然后这边的应该的话，这神韵好难，这神韵好难，这有点难。结果大家以为我在画打滴答滴嘟的那个歌手，靠打滴滴答嘟，打打滴嘞打滴滴啦。啊，那打侬死别的歌，哒啦滴哒啦滴滴哒滴哒哒啦滴滴嘟，巴巴啦巴巴啦，哈哈，我在画啥笑？看不懂自己在画什么。Kiss the one two three， 看不懂我在画什么。可以的，你要相信，有人看得懂。你要相信我，相信你的那个你。好，你相信我，我相信那个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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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样会不会很难上 BGM？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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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那个谁，那个喵他就说我放弃，我直接把这边这段直接静音，有没有？啊，我一直都这样子的。啊，对，我也是这样子。可恶！那我们可以继续换人。我画起来好像渔夫哦，拿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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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复兴哦，这么文艺复兴哦？为什么我画的好像渔夫哦？已经一个大冬天复兴了，还要再一个渔夫来复兴？烂了，我找不到他的漏洞。完了，画的太像渔夫了，干！拿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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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啦，谁知道我在画什么啦？超像的啦，怎么那么像渔夫啦？救命啊！我跟你讲，这个要很懂的人才猜得出来的。我完了，嗨，不照画吗？渔夫，照画就好了。对啊，对啊，我完了，大家加油！下次我这画图也是蛮厉害的，好像渔夫哦。好像渔夫哦，拿啦拿啦，怎么像渔夫啦？靠背啊！管了不管了，别擦了。我把重点颜色上出来。哦 fuck！ 这什么情况？要戴假面了是不是？这颜色好像再深一点。对，我要把头发画出来。颜色，颜色。有有。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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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这样子，哦，外面的颜色比较偏向这个。Holy shit！ 啊，就这样了。有很多人没补好，这样子吧。时间到喽。来不及了啦！来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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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画，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吧？我画没有画过他们，来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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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画过那个。啊，可以啦，就这样子啦。我觉得过了。要，我好想要。今晚想来一点。哦，画那个吗？过了，过了，过了。哦，是谁？好像渔夫，好像渔夫，对不对？我就说一下渔夫。完蛋了，太难了，太难了！拿手机拍照。这是优奈画的，可是我不会画。这个我知道是优奈画的，完蛋了！大家不要杀我，拜托！我把重点颜色放出来就对了。我把重点颜色弄出来。哎，我不知道你在画什么。你不知道我还画什么？正常又画得很烂。那个啊，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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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那个啦。Are you ghetto? You maple? 跟这个有关系的，跟这首歌有关系的那个啦。那我觉得我好像不是是抽到另外一个渔夫哦。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说我刚唱的那首歌跟你现在，我是说毛毛问我现在画的，我不会画它啦，来不及了啦，来不及了。有啦，我猜一定有人会 get 到。看不懂我在画什么东西。
一定有人 get 到了。不行啊，有人 get 到在画什么吗？我不行的。一定有人 get 到了，一定 get 到了。抓不住了，就这样子吧，就去了吧 ，OK 啦。那个神谕好难画，我那个神谕怎么画的 ？Fuck。Are you get a you memo？ 哦，是那个。对，没错。花边啊。这是什么？这是谁？这个呢？这个呢？是什么鬼？我觉得每次都抽到小光的涂鸦感呢。怎么会？这是包还是扁？扁，但是包啊，这样扁，怎么会是扁呢？你看一下，我知道是他啦，我知道。我知道是他啦，拉风了，拉个男人。时间，我知道是他啦。到底在发什么？啊不行不行，没有办法画那个很，随便啦，就这样啦，管他了，就是啦。啊！真的 fuck！ 哇哇，这是有名的人，让我想一下哦，让我想一下哦。啊啊！不会是这个吧？这是名音的那个。我想一下，也不是啦，是另外一个啦。谁？那个啦，跟三色豆有关的那个啦。是吗？随便啦，这样子就好了啦，随便啦。希望有人猜得到，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啦。好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哎、欸，对，我可以帮他加啊，来不及。这谁啊？三十？什么东西？什么三十？什么三十啊？头长这样，好像那个《黄金神威》里面的角色哦。三十问号？为什么会长这样子？这谁？这个到底是谁？就这样吧。好难啊！好难啊！最后已经变成洋葱了吗？洋葱，洋葱，我来，我来，我帮你们画洋葱出来。洋葱，洋葱，洋葱，啊，洋葱黑脸啊！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洋葱，洋葱，洋葱，不是啊，我们画真人啊，会考题。那洋葱。好难哦，好难！一直抽到小光的好难哦。好啊，我抽到了，不是又再抽到？什么？拿破仑、啊？哥，我知道是拿破仑，可是我，好可怕呀！我想要他骑比较可爱的马嘛。我想说什么龙骑士？龙骑士都来了。哇，那只独角兽笑得很开心哦。怎么会变这样？我怎么知道怎么会这样？哇、哦，什么、啊？真的是浪漫 Duke，、欸、浪漫 Duke， 让我找回属于你的浪漫。哇 ，Duke 哥，怎么变成比七了？我不行了，还思考吗？哈哈哈哈哈！他直接把自己的手含在嘴巴里面，直接变洋葱了，洋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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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葱我看到了，可是我阿辉不会画，阿辉。原来是阿辉，我想说你在画什么？不管了啦，不管了啦。那小光现在一家真的要通灵哎、欸，通灵大师哦。我觉得这比在繁星下一家还痛苦哎、欸。小光，我跟你讲，我以为你在画这个，你看。我看一下你，必要呢。你贴什么给我看？不是啊，这是什么鬼东西？哦，阿管，好累哦，好累哦，画刺青好累哦。原来是三公分哦，从后来变三十了。怎么变？我以为是三十。后来怎么变三十？而且长得像黄金神威里面的角色。
洗来洗是不是白石？对，就是一个光头。哦，哎、欸，咦、欸，怎么通灵的？怎么通灵的？怎么他变壮了？我刚只是想搞笑，以后就哎、欸，结果中了、欸，他本来就这么壮。我看看，不是你要看我刚刚上一张的小光画怎样？那是什么、啊？是什么？珍妮佛罗培兹、啊，你看他在拿凤梨好吗？对啊。我就说我画的很像，很像渔夫啊！拿啦拿啦拿！我已经 get 不到了，你 get 不到了，完全 get 不到。怎么弄出来？他们阴魂不散呢、欸？这是啊，豆豆先生啊，对，那张，对啊，豆豆先生没错。我不知道后面变什么。抓小，然后通灵成蒙娜丽莎之类的，哇，直接变女的。你是不是拿到小光都直接崩溃，直接开始通灵？真的，拿小光都要通灵哎，超痛苦的。啊！请叫我通灵大师，好不好？这哎、欸，通灵大师不是你，是你的下一家。你是要被通灵的那个好吗？请来通灵我，各位，快来通灵我！啊，好笑！哦，我们还要画什么？不要来一个没主题。我可以来玩一个三明治。哎、欸，我们今天都没玩到秘密耶。我好累哦。秘密会死啊！我好累哦。来啊，秘密啊！来啊，秘密啊！我们秘密的，就秘密啊！来秘密啊！来眯起来。哦，啊，秘密要，我们秘密要画什么？哇、啊，随便，随便对啊。然后大家有玩过秘密吗？有。就是你要先把字先打在那个，先复制起来，然后再贴。不要复制，我们不复制，我们你错字自己想办法。真的假的？错字自己想办法哦。对，错字自己想办法。可以呀、啊，错字想办法，可以。来，画这个。那就秘密，你们想好了吗？第一个是打字哦。打字。好，他一开始是打字哦。我准备好了。啊。我随便想一个。OK。好，你可以选。拿好了，就这样。可以，好，一定可以，我乱写了。Too hard. 我的什么？是那个吗？好冷啊！不是啊，就只能这样画啊，不然呢？我没有看这个。我要被黄标。不行啊啊！上面就这样写啊，我怎么画了？我只能这样画呗，我只能这样画了嘛。没事啦，看不出来啦，秘密啊，秘密，什么都没看到，好不好？这真的没办法嘛。航太啊，这样吧，这边吧，应该是这边吧？哪边？这边哪边？然后再加个 QQ， 我不敢多画嘞，多画会出事哎。我觉得。我画到这里就好，没救了，我画什么？我画在画什么？已经画好了，好了，我好了，好了，哦，这个好猛啊！这什么？这个我知道，我好了，哎，可是我分不出来哦，我分不出来是哪一只，这个这样可以吧？啊，我知道，我要打，今天多人联动，真的，现在是台皮联动，听起来像喝酒。有了，我打好了。哈、哦？什么？什么鬼？等一下哦，我有点忘记它颜色是什么了哦。好，哎、欸，这样子吧。然后别消失。好，我好了，我真是太厉害了，我真是太厉
厉害了，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设计的简单一点才对。你好了，没有问题，没有差不多了。哦，我知道这是什么，这是难道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想想，是吗？是这个人吗？这应该是一个，算了，拿这个没。这是什么？我猜这个会输吗？我乱接，我乱接。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乱接啊！哦哦哦，是那个、哦，对不起。好，好了，好了，我只能乱猜了。没问题啦啦啦啦，可以的啦。来，我跟你讲，只有秘密才可以把我们的哇完美漂亮，I like it。怎么画？等一下，那个这人的字打太多，但都是错字，我还要再通灵字哎。来，用我的，哈，什么东西？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不懂题目。完蛋了，好了，你怎么画这个题目？我不行啊，真的不行、啊。就这样了。那不是，那不是，那个是那个啦，我在画那个啦。没有吧？我没有画错方向吧？哦哦，它是长这样哦，靠背，靠背，这里是靠背，我画错了，是靠背，这里是靠背，等一下，高屁鼠哦，高屁鼠哦，我画错了，高屁鼠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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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亮是靠背，高屁鼠哦，这样啦，这样，这样，这样有了吧，这样有吧，有了，有了，画错了，画错，画成是你的错，这个世界已经坏掉了，来了，来看看这张图会崩溃成什么样子，可以了，没问题啦。只有这种时候，大家程度是差不多的，好不好？就玩秘密，大家就差不多了。还要画一个这个，忘记了。可以了，可以了。毛毛表示崩溃，出这一题的，出这一题的，但毛毛一定崩溃啊！为什么你们知道我刚答什么？为什么有人知道我答什么？太扯了吧！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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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结束了。哦，原来我第一个就抽到这个阿罗拉怎么画？哇，拼出来了，有拼出来哎，六哎，好扯！我特地用白色画呢，好扯，为什么这样猜得出来？哎，有没有？你只是猜的，黄鼠狼啊！我已经扛不住了，各位。啊？谁抽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没当兵呢。你再换个豆腐棉被就好。阿兵哥在桌上看白白的箱子。我忘记白色，我被显现出来了。欸、我这个真的通灵的，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没办法放洞吧？我什么？没办法放洞疤了，洞疤。放洞疤，我干嘞、欸！啊、哦，洞疤，不孬。啊，不啦，不啦。我看到，超可爱的，超可爱。啊，好猛哦，黑黑的可以画这样。哦，哎，是不是看什么都闪闪？这谁？没有，我本来打莎莎，我觉得打莎莎太无聊。哎、欸，这是尔邦二十姑啦。哇哇哇，这样也可以哦，打个 A 也可以哦。啊啊啊！就出来了，撑住了，撑住了，扛住了，扛住了。大包雪，各位完蛋了！真的吗？你妈的，有很多大包笑的蛋。你完了，你们要看到我猜的了。颜色，眼睛有点脱妆了。我画什么忘记哦？哦，不行了！这什么鬼？这什么脸呐、啊？你画的很准呢、欸。小公戴口罩，灵魂出窍，那小了，为什么变成灵魂了啦？口罩呢？
我没看到口罩，我没看到口罩。哈哈哈我的肚子好痛啊，脸颊好酸啊。你打太多了吧？太多了，三只哦。哎，十四松哎，好可爱啊！有他得救了。啊，是哦。哎，我有画出来，我有画出来。那脸好像有点像某个品牌的哦。我来看一下。你差点画错，差点又被别人误会我画成什么奇怪的东西，又要变洋葱了啊！洋葱，蜜子也是画洋葱。我觉得蜜子，那我们要来最后玩一个三明治，玩一轮三明治，三明治救命的三明治。那我们三明治随便，嗯，随便啊，随便啊，说就随便啊，怎么玩啊？前后打字啊，中间都是画图啊。哦，前后打字，出题画图，就有点像那个综艺节目的超级比一比，前面出一个题目，比到最后，最后的人猜的那种感觉。哎，对耶，我都没玩过三明治，来来来来玩，因为我们这次人数够，可以玩三明治。耶，我都没有猜过题耶，我想猜题，来吧，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再想，让我想一下，我也想一下好了，我想一下好了，嗯，有什么东西呢？想一下，我想一下要出什么，想一下，我想一下啊，八九不离十就可以吧？我看看、啊、八九不离十的题目。哦，嗯，好，我想好了，我想好了。嗯，我还没想好，我还没想好，我还想好，给我一点时间，想一下要出什么。好，我想到了。我已经想好了，我觉得三明治的时间不错多吧？没有吧？没有，好像就是标准的那个画图时间。哦，好，挺好，挺好，挺好。哦，哎呦，好好来来来，希望我大概知道。好，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在画什么。啊，第一个是先出题目嘞，是吗？好吧，那我就把我这个题原本要画的送给你们了。来吧，嗯，我决定出这个。OK， 好了，我出好了。谁呀、啊？这什么？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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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这怎么办？等一下，我想一下，这谁？哈？哎、欸，他时间其实还蛮快的耶，好像很快的，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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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我就抽到这个，我也不知道。他那个粉刷的感觉是怎么用出来的？然后，是长这样子啊？是吗？我不知道，糟糕。OK， 就这样。Okay. OK， 就这样了吧？应该没有别的方法了吧？然后抽到我题目的人，危险了。我觉得这很难，完蛋了我！哎，快把圆回来，把圆回来！好了，加油阿进，把圆回来！我做了，把圆对人，把圆对人，快点！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哎，我没有看，还可以耶，去查了一下才知道，应该是这样子吧？可是那个粉嫩嫩的，大家怎么用这个吗？看啊！哦呦，看看，哎，这样就可以了。好了，让他通灵吧。
通灵的时间到了，我不要再小挂下一家，我要再反省下一家。哎、欸，我画得很好啦，通灵的时间到喽。好了，我让他嘴加个嘴巴好了。好了，差不多吧。哦、好，就这样，差不多吧。可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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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是这个我看一下怎么重现他。很难啊！想搞一下、哦，等一下这个狗要怎么画？颜色衣服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谢谢飞龟。我不要把狗讲出来了。啊啊！那是你画的、啊，不会吧？啊、这样子吧。然后这边、啊，等一下这边的怎么画？忘记了。交给你们通灵了，好不好？交给你们通灵。不要，不要。加油，通灵哦！应该是这样子的吧？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照你说是拳头吧？这是一场通灵王大赛。哒哒哒哒哒。那是麒麟王啊！麒麟王，那是麒麟王。应该是得了得得得得得了得了得得得得得了，这才是通灵王吧？有了，请你们通灵，好，靠你们了。干你娘！我爱大家，你爱大家，我知道。我爱大家，你爱台湾，爱台湾啦！台湾 number one， 台湾 number one two three。你看看啊，查得到吗？说我画的怪怪的，自己来画啦。我找不出来，我找不到这张图的梗图。苗浩已经是我们之中画最好的，他还有怪怪的。这样子、那個欸，之前有人说我画那个剑，就在我的影片下面说我画那个剑的那一只宝可梦画很难看。有吗？剑、哦，那只明明就画超好看的，那个很难画哎、欸。上马兰特吗？对啊。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要把剑的宝可梦。见的见苍响吧，苍响吧，苍响，苍响那一只，哇、哦，我叫出，我没买嘛，奇怪，什么话、啊、这只？帽子，对哦，哦完蛋，我想一下啊，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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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画、啊？很难看，我、哦、算了，来不及了，我就这样吧，让他们交给下一家通灵了，嫉妒，下一家加油。怎么你都在让大家通灵啊？没办法啊，我的，这个是什么？这真的要通灵？完了，这是不是我要通灵的？等一下，我想一下哦。这是什么？等一下，我记得我梗图里面有洋葱，怎么了？洋葱，这个是什么呢？啊，这种图没有出现。哎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怎么会有洋葱啊？啊、哦，看看啊、哦，要洗下，这样吧，哎、欸，这是我知道的那个吗？忘记颜衣服颜色，应该是这个吧。然后这个，啊哈 ，Oh yeah，Oh yeah， 这、oh yeah、你们都知道，知道什么？只要照着画就好了，是这是给下一家猜的事情。没错，我们 Oh yeah。我们画的怎么样不重要，不是，好像也很蛮重要的，对吧、啊？ Oh yeah！ 小光下一家最重要。Okay. 对，只要不是小光下一家都没事。不会好不好？我画的超好，我的重现度至少高达六十吧。六十，六十，嗯，六十点七五。那七十五是从哪里来的？我精算出来的，会有个点七五。没错，我觉得这个重现度非常的高啊，没有错，已经画好了，我已经太习惯画那个什么灵魂一样画葫芦的时间，所以我就在直接撇好，有没有？你可以再尝试把它精美一点，让你的下家好过一点。哦、重点不是在于我想不想精美它，而是我已经忘记上张图长什么样子了。这题真的是太快乐了。我好像那个即时记忆被好像烧掉了，所以只要看到图，然后按开始画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上张图到底长什么样子，怎么办，各位？
你是你家有外星人对不对？搞不好哦。没错，我已经好了。哒啦哒啦哒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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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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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很错了，做了，我今天做了，我直接屌歪题。啊？这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想一下，我看看啊，我要先，我要先确定这个怎么画。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梗？我现在不知道。好，没关系，我先照着画。啊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差不多是这样子啊。还好我有图可以比照了。哎，头发，看看头发这样子。啊哈，哎呦，错了。虽然他表情应该呈现不是这样，但差不多吧，这样子。这梗好像还不太红吧？还是红很久？这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嗯，原来是这个吗？还是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梗哎、欸，好耶，好耶的梗到底是？你怎么讲出来了啦？你怎么讲出来了啦？每次都是你，对，一天把变成另外一个人，ban掉 ，ban 掉，不，不要 ban 掉，下次要处罚、啊。我还忍不住，下雨吧，我看看啊、哦。这样吧，好吧，换成另外一个人。我看到的就走这样。啊，你会不会误导啊？重画一下。好。什么鬼东西？这样子。希望大家会喜欢呢、啊。好，我好了。应该是可以了，有吧？像吧？有，好啊、有了，耶！好难啊，不画了，可以了。一直听到各种摔东、摔滑鼠、摔笔的声音。这个我知道，这只叫什么？这只叫什么？我都忘记了。好，先画它。哎、欸，哦，不是，对，我这个猜了，这只叫什么？这个我知道，可以，都可以剪出来了。哼哼哼，画的好好哦，这画的真的很好。这我怀疑是。繁星或者是有的，我很诚实，我很诚实。我来看看。啊、哎呦、哦，是我猜到，是我拿到，是。酷酷啊！哦，有哎、欸，安西教练画的好好。篮球有，篮球有出来。篮球火。海报。下巴有出来，下巴有出来，下巴有出来。哇、哦！你真超屌的、啊，你真超屌的，我直接吓到，哇！这只直接啊，百分之百猜得到，变身，对啦，高耀强出现了，啊、我怎么不记得我有画过这个？原来画的好棒哦！我以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画过这个？为什么我没有画过这个？为什么变这个？错了，字很像啊，我以为是字打错了。好哎、欸，跟图好哎、欸，好哎、欸，好哎、欸，我想说奇怪，我想不对啊，哎、欸，踩到香蕉皮滑倒，洋葱，洋葱，这是洋葱。而且我跟你讲，这你涂的这颜色真的害死你自己了，真的假的？洋葱，因为你这个色系。你看右下角有个小火锅，哎、欸，被加进去了。哎、欸，都变繁星了！哎、欸、呀，
拍新彩到香蕉滑倒，哇哇，洋葱失败，洋葱失败，我刚查了很久才知道，原来王金发是长这个样子，就他，就他就是这样，所以我没有画错，哎、欸，这时候叫繁星来一段，你要哪一段？那个王金发的声音，你赖给我。啊！这样我声音会不会跑出？这样声音跑出来会不会出事啊？王北北，哎呀，什么？看看哦，我赖给你，赖着，直接按下一题啊！我需要那个柯达西，这个好，超像，超像，我天啊！我需要那个柯达西。太难了！我差那么多，原来是你服装，原来是你服装，原来是喵号，我以为是团团，你知道吗？完全没穿呢，怎么办？没有聊吗？没穿衣服的部分，衣服的部分，等一下怎么变成这样子？女服装啊，我的女服装。哦，存下来。你说雷雷吗？他是雷雷。我来看看。我没有画、哦，原来是这个哦。原来是这个，原来是这个图，怎么会歪成这样 ？Sorry， 因为在小瓜的，我不意外了。I'm sorry 。为什么？等一下，这也差太多了吧？欸、歪的不是我吧？我试着通灵啊，跟着画，怎么变这样？猫狗大战，我歪的不是猫吧？看起来不像猫吧？哦，有点像吧？所以今天问题点全在小光身上，我就是乱圆，乱圆。好了，恭喜了，好累啊！好在大家看到那个猜得到猫狗大战。真的，好了，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笑到了喉咙沙哑，不是那个颜面肌好痛哦。对啊，颜面肌好痛，左脚好酸，肚子好酸啊！真的，练腹肌耶。按摩，我觉得阿靖的精神力在上半场已经挂掉了，我已经不行了，我到后面已经是哦不行，因为我一直要画你这样的东西很痛苦哎，不住了，真的。对呀，好痛苦哦！谢谢各位。之前没有这样子连续，真的太累了。就是连续是不同一个。好啦，这边就到这边。这样下雨有点吵，这样有点讲话越来越大声。好啦，就这样，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好啦。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去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白熊，下次见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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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